这是什么死亡开局？他一穿书就发现自己给大暴君戴了绿帽子。大暴君死死的捏着他的下巴，下一秒就要把他捏碎。爱妃给朕戴绿帽子戴的爽吗？他是大暴君的云妃沈括。沈括不禁打了个寒战。这个人好可怕，忽的猛然想起，这是他临死前看的小说。大暴君那晚是阴质的眼神又质问了一句：“爱妃，你还有什么话要说吗？”所以他穿书第一天就又要死了。不行，沈括觉得自己还可以再苟一苟。他吧唧一口吻上了大暴君的唇。皇上您误会我了，臣妾一心一意只喜欢你，哪会背叛？ 大暴君那疑神疑鬼的性格当然是不信。皇上亲眼所见有假，沈括又飙起了两行眼泪。皇上亲眼所见，当然不会有假。臣妾确实和李侍卫见了个面，但是写信的人说是皇上在等臣妾哦。说着说着，他又将头伏在大暴君的胸膛上，尽显温柔多情、娇羞妩媚。此人乃大庸国史上出了名的暴君，只能顺毛合伙，凶不得。沈括一边在大暴君的胸膛上绕圈圈，一边说：“皇上，您英明神武，臣妾能嫁给您做妃子。” 是臣妾的福气，怎么会为了一个小小的侍卫做蠢事？臣妾那不就傻了吗？是吗？大暴君的声音依旧冰冷无比，他大吼一声：“带上来！”那人吓得扑通一声跪倒在地。皇上饶命啊！今天一切都是卑职的错，与云妃娘娘无关。娘娘从来没有因为寂寞勾引卑职，是卑职见色起意勾引的娘娘。沈括一脚将他踹倒在地，大骂他卑鄙无耻，明面上为我向皇上求情，实则恨不得皇上把我弄死。 你幕后主使到底是谁？为什么要害本宫？说完，沈括又扑倒在大暴君怀里，声音娇滴滴地说：“皇上，您英明睿智，肯定不会信听，对吗？臣妾对您是绝对的真心。”他眼角那两行泪珠清晰可见。谁知大暴君的眼神却比刚刚更可怕，看得人直发毛。真心，爱妃，不如你把心挖出来，证明给朕看看。那一刻，沈括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心慌。糟糕，感觉他要说什么危险的话，我得先发制人。 给大暴君戴绿帽子，他也是第一人了。只见沈括反手围攻，开始给自己洗白。皇上李侍卫秽乱后宫，还污蔑您的女人。小说里，大暴君心里住着一位白月光，他后宫里的女人都是照着白月光的脸选妃，而原主就是里面的翘楚。进宫立刻被封为云妃。沈括心想，赶紧想办法让这事翻篇。只见他又楚楚可怜的飙出了两滴眼泪：“此等不忠不义，不要脸之徒！还请皇上尽快处决，以儆效尤。不然臣妾还有什么脸面在这后宫生活？” 大暴君捏他下巴捏得更紧了，脸上尽显杀戮之气。你让朕杀他，有趣。那照爱妃所言，对这种罪人该处以什么罪罚呢？不如爱妃亲自监斩住他九族。那侍卫听后连忙吓得跪下，皇上卑职罪该万死，愿意领罪。但我的家人是无辜的。只见大暴君手起刀落，拿过佩剑，直接给了他一剑。死到临头居然还敢嘴硬，从你收受银子借机在朕后宫生乱的那一刻起，你在朕眼里就是乐子。 而现在朕玩腻了，大暴君将剑哐当一声甩在地上，拖出去斩首前先把他一刀一刀给朕活剐了。看得沈括心里一阵发慌，原来大暴君早就洞悉一切真相，故弄玄虚摆出这场对峙，不过是给自己找点乐子啊。所有人在他眼里都是取乐的玩物，大暴君只是残忍，可一点也不昏庸。突然间，沈括的脑海里传出一阵机械音：“你的人生有过遗憾吗？” 反派时光机将结成为民服务，带您穿梭过去，发现真相改变人生。尊敬的138号宿主，您的系统已加载完毕，检测到目标反派已定发，请宿主用歌声作为媒介进入第一次时光速回任务。只见沈括还没反应过来，大暴君就已经头疼欲裂，整个人都汗流浃背。他无助的在心里问道：“为什么只有我这么土？”阵痛就让旁人更痛。只见他冰冷的大吼：“来人，给朕通通拖出去杖毙！” 你们通通都得给朕死！千钧一发之际，沈括握住了他的手，阵阵歌声飘来，大暴君一下子就安静起来。这悦耳的歌声让他一瞬间有些恍惚，心中猛然想起了一位漂亮姐姐。与此同时，沈括也穿越在了他的幻境之中。系统提醒道：时光速回启动任务开始，本次用10半个时辰，请宿主在规定时间内完成拯救反派暴君任务。沈括简直无了大礼，拯救反派暴君，我为什么闲的没事要拯救他？他还想宰了我呀！ 系统告诉他，若按照书中情节，沈括刚才就会被任务目标所杀。只有他完成任务，才可以获得5天的生命之奖，也就是说横竖都得死。看来只能选择完成任务。下一秒，一个小扑包就出现在了沈括眼前，手里还抱着一只小猫。任务目标出现，请宿主认真对待。原来杀戮无数的大暴君，小时候也不过是一个爱心泛滥的奶娃娃。小猫死了，他仍旧会用整个身体护着它。可周围比他大一些的皇子哥哥们，不停地对他奚落嘲笑，更有甚者还对他出手打骂。 穿越过来的沈括看到这一幕，心里触动颇深。他简直不敢相信这就是那个嗜杀成性的大暴君。皇子哥哥啪的一声打在他身上，嘴里还咒骂道：“小废物，一只猫死了，有什么大不了？你至于吗？难怪青天剑说他是煞星命格，出生就克死了娘。活该呀！男孩是大庸国三皇子，剑种就是剑种，剑种养的畜生命也贱，给我狠狠打，打到他松手为止。这什么熊孩子也太过分了！”沈括上去就要教训他那一顿，给我住手！然而他的身体竟然是透明状，完全无法阻拦那个小孩。 系统表示，宿主不是这个世界的人，无法触摸任务目标以外的东西或活物。也就是说，现在任务里他只能碰得到处理。沈括灵机一动，既然是这样，那就有办法。那三皇子又故意推了阿离一下，言语里尽是恶毒，真是顽固，居然这么久都不撒手，要本皇子说你应该趁走去死。
这样一来，你卑微的娘就不会因为生女儿难产死。这时的沈括已经悄悄绕到了楚离身后，他小声地告诉楚离，续别畜生他们看不见我。他直接拉过楚离的脚，绊倒了那个小孩。那小孩一跟头摔下去，连带着将前面的两个小孩也给推倒了。三皇子摔得不轻，转头就找阿离算账，小废物，你竟敢绊我，你给我等着，看我不收拾你。楚离紧张极了，沈括将他稳稳护在怀里，别怕，有我在，我教你，你就跟他们这样说。只见风沙沙吹过，楚离虽害怕却还是勇敢地说道，是你们活该，这是小猫咪对你们的惩罚。他跟身后的姐姐配合得相当好，那三个熊孩子一下就怕了，随后直接落荒而逃。云飞娘娘只是唱了首歌就把大暴君哄睡着了。就在刚刚，小楚离还沉浸在小猫死亡的悲伤中，看着满脸哭唧唧的大暴君，沈括心疼的将楚离抱在怀里，编了个温暖的故事告诉他，宝宝别难过，小咪只是回去了喵星，那是什么地方，是猫猫能快乐生活的地方，小咪也希望你能好好的哟。他牵住阿离的小手，姐姐和你一起找个地方让小咪睡下吧。两人选择了一个满是花草的地方，还将周围撒满了花瓣。沈括还是担心小阿离会意志消沉，他刚想伸出手抚摸他，结果系统就表示任务时间到，即将返回。迫于无奈，沈括只得告诉小阿离，抱歉，时间到了，分别的时候。小阿离眼里满是泪水，伤心坏了，不要不要留下阿离一个好宝宝，我们还会再见面的，所以你要好好活下去哦。说完他就看着漂亮姐姐消失在了夜空之中。沈括从刚刚的悲伤中缓缓睁开眼睛，系统为他贺喜，恭喜宿主拯救反派暴君任务完成 0.5%， 奖励5天生命值。沈括一时无法平复心绪，自己刚才好像什么也没有做，也没有救到小咪，任务怎么就完成了呢？系统向他解释刚才的情况，宿主根本救不了那只可怜的小猫，但已经足够让任务目标感受到你给他的关怀和呵护。沈括难以相信大暴君就这么一点要求，他伸出手心疼地抚摸着大暴君，在他眼里现在的大暴君只不过是个会受伤的孩子。旁边的公公夸奖道，娘娘真厉害，唱首歌就把陛下哄睡着了，皇上头疾越来越重，已经很久没有这样舒服的睡过，若不是娘娘安抚了陛下，恐怕方才奴才们已被陛下怪罪处死。沈括起身看着大暴君被太监抬走，他心里想了很多，原来用歌声能按住大暴君暴走，还是穿回过去改变他的童年，那是不是也可以把这个暴君给造成正常一点，就像过去的他一样。宫妃与人私通乃是大罪，然而云飞娘娘非但没有被大暴君责罚，而是平安无事的从盘龙殿走出来。一瞬间宫人的目光里写满了惊讶，沈括倒是不在意，反正这个莫须有的罪名他总会洗得干干净净。前面的倚香宫便是云飞的寝宫，沈括仔细一看，宫人们正在他的宫门口挂白布白灯笼，这是死人才会用上的东西。沈括心里又恼又气，你们在干什么？那个宫女直接吓了一大跳，娘娘你没死，本宫没事，你很失望。宫女赶紧摇头，娘娘您误会奴婢了，看见您没事奴婢高兴还来不及呢。说着说着还低头擦拭眼角的两滴眼泪。沈括那脸黑得不行，既然你担心本宫，那挂白幡干什么？咒本宫早死，奴婢没有。他们说娘娘您与人私通，被皇上当场抓奸，已经被皇上抓去处决了，所以奴婢才挂上这些东西给娘娘悼念。按小说情节就是这个宫女给原主洗脑，原主才跟个御林军侍卫不清不楚。云飞大怒，给本宫跪下，何人说起本宫一定会死，你倒是自作主张给本宫奔丧了。那奴婢吓得不轻，连忙辩解他没有，沈括可不会轻饶了他，备主的丫头，既然你解释不出来缘由，那就去慎刑司自证清白吧。拖下去，你们还愣着干什么？还不快把这些白幡给摘了，拿艾叶给本宫把屋子多熏一点，多熏一点晦气，还有火盆也拿上来。云飞利落地跨过了火盆。太监一脸奉承，娘娘吉人天相，身正不怕影斜。云飞立马吩咐他，去把我的金银刻子和铜板都拿出来，包上红纸到倚香宫门口给每个路过的人，就说这是给本宫冲晦气的喜钱，你们也下去领喜钱吧，本宫倦了。很快宫里的传言就逆转了，云飞娘娘这样的大善人肯定没有和侍卫私通，真是无妄之灾。系统问道，宿主你就不怕大暴君醒过来生气吗？他生什么气我可什么都没说，都是那些宫女太监自己瞎猜，而且我大难不死，发发去晦气的银子又有什么不对？一直到第二天清早大暴君才睡醒，他立马向公公询问云飞昨天的后续。公公说道，昨天云飞娘娘见陛下安睡就回去了，他还包了喜钱逢人就送，说是昨天虚惊一场散才冲晦气，大暴君正在喝水的手一下就顿住，哦朕还没发话，他到处讲自己是被人陷害的，传旨朕要赏赐云飞。只见大暴君脸上布满了阴森，让人看不清他的想法，他既然说他受委屈了，朕就送份大礼给他压惊。本来想着给工人发点银子冲冲晦气，没想到宫里一下子来了这么多宫女太监，云飞的钱包都要空空了，心疼的他在床上直打滚，我的钱钱我心好痛。宫女突然过来说道，娘娘盘龙殿的孙公公来了，说是皇上有赏。云飞眼里直冒金光，快扶本宫起来，别误了迎接财神爷。一看到孙公公沈括，那可是双眼发光，满脑子净想着钱，他堆金如玉的梦想就要实现了。正想着，耳边却传来了不祥的声音，娘娘，这次陛下赏赐的是阎罗绸缎的饰品，步摇发簪头面共三头。那一瞬间云飞一下子就呆住，就这我的钱呢？御赐的物件根本卖不出去，会砸在手里，不值钱。谁知公公又掏出了三个铜板，还有这些娘娘您收好，皇上还等着您去谢恩呢。沈括简直哭都没有了眼泪，三个铜板还让我去给他谢恩，没搞错吧？孙公公又补了一刀，娘娘您没听错，快点跟咱家一会儿回去谢恩吧。他故意的，他绝对是故意的。不管沈括愿不愿意，他还是再一次来到了盘龙殿。只见一进门就遇上两个公公往外抬着尸体，还流了一地的血。沈括还不小心踩了一脚。大暴君看着他这副样子，上下打，你不怕朕？臣妾怕了。陛下就能把属于臣妾的银子还给臣妾吗？大暴君没听懂他什么意思。只见沈括一脸的楚楚动人，皇上，您给的赏赐能直接给换成银子吗？说着他还掏出了那三个铜板，专程给皇上看。大暴君一脸的笑嘻嘻，甩出三个字，不可以。这女人居然拿朕做幌子利用朕，那朕就要戳出她的锐气。沈括又顺势挤出几滴眼泪，表示臣妾是个很庸俗的人，只喜欢真金白银。大暴君却说道，朕希望爱妃能够高雅一些，别太庸俗。那给沈括气的呀，脸都被气成了河豚。爱妃还有事吗？没事就归安吧。
大暴君最忌讳有人在宫里养猫了。沈括还未离开，这时老公公就着急忙慌的来报，皇上出事了，底下人来报说是抓到了后宫有嫔妃私下养猫。大暴君直接就怒了，慌的摔了茶碗，把人带上来。沈括小声的打听，养猫有什么问题吗？哎呦娘娘，宫里不能养猫。那倒霉的嫔妃吓得满头大汗，也只能十分诚恳的向大暴君解释，臣妾只是看那橘猫可怜才救下他，不然他就要死了，皇上饶命啊。听到这里，沈括一下子就想起了小阿离，他顿觉不好。这时的大暴君正在气头上，来人把秦美人拖下去就地处斩。沈括连忙紧张的求情，皇上，臣妾不想为谁求情，臣妾只是……但看到大暴君阴鸷的眼神，不知道如何该口，但还是紧张的说出了口，臣妾只是猜想您并不想杀他，对吗？沈括的心又痛了起来，你明明是喜欢猫的，为什么要把身边所有的猫都赶走？叮咚一声，系统发来了触发任务的声音，宿主任务开始，本次用时半个时辰，请宿主在规定时间内完成任务，奖励五天生命值。画面一转，此时的小阿离正在御花园里喂小金鱼，他好像很喜欢小动物，不是小猫就是金鱼。下一秒，漂亮姐姐就出现在了他的眼前，沈括温柔的摸摸他的口，你还记得我吗？有想我吗？阿离有想漂亮姐姐，你今天是来陪阿离玩的吗？沈括好话还没说出口，就见三皇子那个孩子王又出来搞事，没想到来御花园透透气，还能碰见小废物，真是晦气。沈括气得怒不可遏，你们才是晦气呢。三皇子的嘴巴依旧毒辣，在喂鱼呢，也不知道鱼会不会被你喂死，上次你养的猫不就被你克死了？小废物，看你傻兮兮的样子真可怜，我来告诉你，他就是被你克死，要不是有你这个主人，他也不会死。只见他使了个眼色，身旁的奴才就将那些毒药倒进了池塘，紧接着池塘里的小金鱼全军覆没了。阿离伤心的哭了起来，阿离哭得越凶，他们的嘲笑声越大，你快点哭，哭大点声，你就是灾星走哪克呢？沈括走到阿离面前，坚定的告诉他，你别听他们胡说八道，小咪不是你克死的，小金鱼也不是，这些都是假的，是他们推卸责任给自己找的借口。沈括一句一句的安慰，像春日里的温暖微风，你不要把错误怪在自己身上，你没有错，你相信姐姐好不好？阿离点点头，阿离相信姐姐漂亮，姐姐是第一个愿意和阿离说话的。三皇子很不爽，居然敢无视本大爷，你既然那么可怜他们，你就下去陪他们好吗？他扬起脚就要把阿离踹进水里，还好沈括将阿离抱在一旁避开，才没发生意外。但这恶毒的三皇子却扑通一声掉进了池塘。沈括告诉他，仔仔我跟你讲哦，他下次再欺负你，你要学会知不知道不能再在原地被他欺负。看见三皇子成了落汤鸡，惨兮兮喊救命的样子，沈括不禁放声大笑，简直太痛快了，哈哈哈。看到漂亮姐姐笑了，阿离也跟着欣慰的笑了。系统叮的一声，表示任务完成，奖励五天生命值，目前生命值九天，拯救反派暴君任务完成度 1%。 因为沈括顺利完成任务，书中情节也被改变了。回到盘龙殿，秦美人早已不见了踪影，改变了剧情，所以她也没事了吧？谁知大暴君又不耐烦地催促着她，爱妃谢完恩还不快走，是要和刚才那个大臣一样永远留在盘龙殿吗？眼看沈括安静的一动不动，大暴君得意的笑了，呵呵，女人害怕了吗？谁最沈括乖巧的心理，谢陛下赏赐臣妾告退，这可给大暴君整无语了，一点都不好玩。沈括心里偷笑，抠门的狗男人还想用我找乐子，我气不死你。回到宫里，宫女看到满是鲜血的鞋子直接怕得变形，沈括不耐烦的挥挥手，行了别嚎了，赶紧给本宫拿双干净的鞋子过来。突然一个小宫女试探性的问道，娘娘是皇上那边罚你了吗？沈括看了她一眼，突然想起来宫里人都喜欢安插自己的眼线，这时系统也问道，宿主要处理这些宫女吗？就算他们这批换掉，难道下一批的人就干净了吗？沈括要让他们消停，本宫想起来今天给宫女太监发银子，还没有好好拜访个宫嫔妃，他们要是指责本宫不知礼数该如何是好，不如这样，把皇上欣赏的那些绫罗绸缎头面发簪分一分给其他个宫送去，也算本宫的一点心意。他拿着剧本大手一挥，你还有你，替我给这几位送过去。宫女们一瞬间慌张的不行，娘娘为什么要我们送？沈括自带气场，杀气平头，难不成要本宫亲自去送？拿着东西赶紧滚，否则一律按部遵命令送去慎刑司。那些奴婢们被吓得拔腿就跑。到了某宫殿，身后的妃子张口就问，你怎么来了？不是让你好好盯着沈括那个贱人吗？宫女的身体一直在抖，娘娘是云妃指名道姓让奴婢来，今天云妃点去送给各宫礼物的宫女都是各宫相应的眼线，和奴婢一样。那妃子一下子就怔住，你说什么？云妃把你们的底细都查清楚，宫表示他哪也不准云妃，面相看不出任何破绽。那妃子气得直接摔了茶碗，怎么会看不出任何破绽？那贱人不是一向把事情写在脸上吗？气死我了，好不容易培养出来一个能让沈括做什么说什么的心，结果被他说杀就杀，小宫女吓得整个人都在颤抖。娘娘息怒，那妃子只好没了脾气，让小宫女先回去，先不要轻举妄动。宫女们回来后一个个都紧张的不行，沈括想不笑都难，他们这个心虚的表情看着就开心，今天大家都辛苦了，日后可要认清自己的主子，可不要做第二个碧蕾，都退下吧。优秀的棋手从来都不是赶尽杀绝，而是将所有人玩弄于股掌之中。宫里举办赏花宴，特意邀请云妃列席，花有什么好看的？沈括本不想去，但一听说这次宴会是由令妃娘娘举办的，他直接来了兴趣。根据小说中的设定，令妃家族显赫，朝中有个在中书省当中书令的父亲，大暴君没有立后，现在他代职奉命，满宫嫔妃无人敢直面其锋芒。沈括古灵精怪一笑，赏花宴上我可要好好会一会令妃。他专门问了令妃藏在他宫中的心腹，御旨赴令妃的赏花宴，你觉得本宫穿什么衣服好看？听说令妃喜欢红色，可惜只有皇后才能穿大红。他手一指，就这件吧。令妃看见本宫穿这颜色赴宴，心里肯定欢欢喜，被云妃整治了一番，御旨乖巧多了。娘娘说的对，娘娘穿什么都好。御花园里妃子们一看是云妃来了，立即议论纷纷，前几日以相公到处派发喜迎，云妃好大手笔，她穿成这样云妃是真的没脑子吗？穿令妃娘娘喜爱的玫红色是想膈应她吧？不过虽然这身衣服没有令妃娘娘那么华丽讲究，可搭上云妃这相貌，还要这周身的气度，可我好好看呢、啊、妃子们都要被她美脱了。沈括径直走向令妃，妹妹给令妃姐姐请安了，妹妹无需多礼，令妃原名叫沈烟，虽然表面上还是客气，但背地里不知道将云妃骂了多少。
沈括直接故意挑事，令妃姐姐，今天玉芷跟我说你喜欢这个颜色，我想着穿你喜欢的颜色赴宴，你一定会很开心。令妃简直要生吃了玉芷。沈括又故意当着令妃的面转圈圈，姐姐你看我这样穿衣服，你喜欢吗？不知道的还以为他在勾引令妃。林妃依旧装的和蔼，妹妹想怎么穿就怎么穿，只要符合规矩，本宫都不会指责。赏花宴要开始了，妹妹入座吧。沈括得意死，执掌凤印又怎么？看我不气死你！大大小小的妃子们都在围着令妃赏花，只有沈括在一边动也不动。终于等到上菜的时候，云妃才满眼放光。挖这赏花宴的菜看起来都很好收，她尝了一口，果然比御膳房的大锅饭精致不少，我得多吃点不？只见树下有一个黑色的影子，观察着这一切。宴席开始，其他妃子都只顾唇枪舌战，就只有云妃忙着吃饭。狡猾的齐贵人更是提议，令妃娘娘光吃菜赏花有什么意思？不如我们来做诗情酒令怎么样？谁不知道沈括是个废物草包，胸无点墨，要不是那张脸，哪能坐上妃位？看我怎么整你！令妃直接同意，好啊，我们先说一首诗，下一个人需要以诗中最后一个字再做一首，不如就从本宫开始，按照位分高低传过去。云妃到你了。只见沈括还在忙着吃鸡腿，他把筷子一放，直接表示我不会。学校里面学过的唐诗宋词我会背，可是你们不配听。齐贵人开始嘲笑，不怪云妃，谁让她只是小门小户捡来的农家女，没上过学，不认识字，情有可原。呵呵，果然出丑了。云妃直接下令，玉芷给我掌嘴。齐贵人当场就愣住了，令妃坐等好戏。玉芷支支吾吾不敢动手，沈括一个眼神，玉芷你是本宫的奴才，看令妃干什么？我现在使唤不动你了是吗？给我掌嘴。迫于云妃的威压，玉芷利落地打了曹贵人一个嘴巴。沈括站起身严肃表示，本宫位列妃位，乃是皇上亲封的云妃，你不过小小一贵人，有资格在我面前叫嚣？都给我听好，本宫之前脾气好，不愿意跟诸位计较，但也请诸位不要觉得本宫是懒柿子，兔子急了还会咬。突然一声皇上驾到，众妃子看过去，令妃得意的不行，看皇上怎么教训沈括你这个骑到我头上来的贱。大暴君一坐下，令妃就开始告状，回皇上，只是后宫妹妹们出现了一点摩擦，臣妾自会处理。大暴君一脸无语，朕问你了吗？云妃你自己说。沈括没想到楚离会出现，看情况是来帮他的。回皇上，齐贵人讥讽我不识字以下犯上，臣妾给他一点教训。此时大暴君阴鸷的眼神，满脸写着不高兴。原来齐贵人看不上朕册立妃嫔的条件，对自己学识渊博，只能混到美人的位置，很有意见。齐贵人吓得当场下跪，心里呼唤令妃娘娘救我。令妃动于衷，只是看戏。大暴君又问道：“云妃，齐贵人不分尊卑，你当奴？”齐贵人心想：完了，皇上处置人从来都是砍头刺死，他要是想活命，全看云妃怎么说。可是我才刚刚得罪他，他会救我吗？大暴君处置人从来都是砍头刺死，齐贵人想要活命全看云妃怎么说。可是他刚刚才得罪过他，云妃会救他吗？其实大暴君不过是来看戏的，原本他今天只是路过，无意掺和这无聊的后宫琐事，没想到孙嫔此番的自作主张竟会让朕看到这般好戏。公公一脸得意，皇上奴才方才做得好吗？沈括说道：臣妾方才已经掌嘴罚过他了，一个炮灰而已，没必要赶尽杀绝。齐贵人和碧娥以及幕后想害他去死的令妃都不一样。大暴君挑了挑眉：你确定？沈括好纠结：臣妾不确定。皇上能下旨罚他俸禄吗？罚完之后可以把他的俸禄给我以作补偿吗？大暴君大跌眼镜：就这？沈括心想：不会吧，是臣妾要的太多了。他连忙表示：那没有三个月，有两个月也行，再不济你把他一个月的俸禄给我都好。为了派银子，他现在兜里只剩下楚离上次给的三个铜板，想要让御膳房给他开个小灶，不吃大锅饭都做不到。大暴君眼底笑意难掩：有趣，爱妃果然是个庸俗的人。谢皇上夸奖，你要是愿意把他大半年的俸禄都给我，臣妾愿意这辈子都做个庸俗的人。沈括没穿到这个世界之前，他从学生时代就开始半工半读，进入社会后更是努力赚钱。他也羡慕那些不愁吃喝，想买就买，肆意挥霍的人，有什么比实实在在拿在手里的银子更重要？大暴君欣然同意：行，那齐贵人未来一年的俸禄就赏给云妃。沈括那简直太开心了，哈哈哈，我又有钱了。大暴君却又来了一句：不过俸禄不是一次给，朕会命内务府在发你俸禄的时候顺带烧上齐贵人那里。一声晴天霹雳直击沈括的小心脏：你说什么？竟然是分期付款，不是一次到账。他恨不得拿着小皮鞭将暴君狠狠抽一顿，就知道不能高兴的太早。狗男人是抠门抠出来的皇位。随后大暴君回了宫，好好的赏花宴被沈括搅糊了，令妃可是狠狠将他记恨深。令妃全然没了兴致，直接解散了赏花宴。齐贵人不解，专程来问云妃：你为什么救我？别以为你这样做我就会感激你。沈括一脸正经地表示：没为什么，不是谁都喜欢杀人，本宫按照自己的心意做事，你该感谢的是你没有对我起杀心，只是想看我出丑。齐贵人紧张的不行：如果我对你起了杀心呢？那本宫当然要除掉你，我可不是什么好人，别期待我会以德报怨。令妃回到宫中，将瓷器茶碗摔了个遍，一整个人都气到张狂：混蛋，沈括今天那套衣服一定是故意的，他就是见不得我好。身旁的心腹嬷嬷劝解道：娘娘息怒，云妃对您公然挑衅，不管是不是胸无大脑，你最应该清楚的就是他变得和以前不一样了。他这才强忍着怒意坐了下来，依照皇上的脾气，早就该处死他，今天他非但还活着，皇上还帮了他。嬷嬷更加表示：所以娘娘您下次对他出手需要更加小心。令妃的脾气再也收不住，她不顾家中反对，执意嫁进后宫，就是为了替自己搏一个前程，绝对不能失败，更不能让任何人阻碍她。嬷嬷说道：娘娘，你和家中关系还不能闹僵，既然已经顺利进宫，沈家那边还需要您去安抚安抚。令妃一想，不错，他爹沈萧是百官之首，还是现在他还是沈家唯一的女儿，说的对，当务之急还是要维护好和沈家的关系。随后他吩咐嬷嬷：你拿我的令牌去库房挑几只上好人参，派人送回家，再说句好话让爹消消气。他又拿起封印把玩了起，我到底还有多久才能当上真正的皇后？画面一转，大暴君给沈括送来了两盒闪闪发亮的金元宝，沈括整个人都被金子迷了眼。没想到狗男人对女人还挺大方的嘛，一个妃子就能领到这么多钱，不知道在网上的贵妃、皇贵妃、皇后又有多少后母。他开心的数着自己的钱钱，丫鬟却凑上了：娘娘，皇上的寿辰到了，你打算送什么礼物给皇上？他赶紧将他的钱迅速抱住：本宫家世微薄，拿不到什么好的礼物送给皇上，聊表诚意，干脆送一句祝福吧，皇上定能明白本宫的心意。身为皇帝，肯定见惯了宝，我钱还没捂热呢，才不要挖空心思给他送呢。
他怎么这都跟我没关系？丫鬟尴尬一笑，没想到云妃娘娘会这样回答。但既然已经打听到消息，就如实告诉我背后的人吧。大暴君生辰当日，云妃又着一袭红装来了寿宴，妃子们仍旧对她指指点点。本来皇上寿宴，他们也能在首饰和配饰上用皇后才能用的正红色，但令妃喜欢红色，他们可招惹不起令妃。沈括心里咯吱咯吱偷笑，令妃不高兴，我就高兴，我就要气死你！突然，他背后出现一个人，令妃娘娘，老臣有话对你说。看来是把他错认成令妃了。身后的老大人直言，你长大了要入宫做那人上人。老臣拦不住，但不论如何，养育之恩十八载，何必欺云一向疼你的长辈呢？还训话起来了，那么可要仔细解释一下。他转过身，这位大人，你认错人人了，本宫不是令妃，是云妃。那沈大人十分诧异，云妃怎么和我的爱妻长得如此相像？其实令妃并不是真正的沈家女，而云妃和沈萧逝去的爱妻又如此相像。老大人立即心里怀疑了起来，想起当年夫人的话，相公我仍然没有见到亲生女儿，说明亲生女儿还在世啊。身后的公公连忙向他解释道，沈大人，皇上心有所属，偏爱云妃娘娘这一类容貌，后宫诸妃都有几分相像。沈括摸了摸自己的容貌，原来我和沈萧的妻子长得相似，不过那与我何干？但是刚才他说令妃把家里的长辈气病了，看来嚣张的不可一世的令妃和自己娘家相处的也没那么好。嘿嘿，这个信息可要记下来，搞不准以后有用。既然没他事了，沈括转身就要离开，沈大人却叫住他，云妃娘娘且慢。沈括心里警惕了起来，按理说沈萧乃是朝堂上最锋利的臣子，一个妃子还担不起他这礼，如此郑重，大概是因为我挡了他宝贝女儿的路。我可不是什么软柿子。沈括直言，先说好，本宫可不会眼睁睁看你女儿登上皇后之位，她只能做她的令妃。沈大人连忙摆手，不是的，冒昧问起，不知娘娘是哪里人，几月出生，家中又有几人，又以何物营生？云妃的家世并不是什么秘密，大庸国有律法，凡入宫为妃，户籍档案皆交由宗室统一封存。云妃要是官家女子，或是哪位富户家的千金小姐，沈大人都有办法能查到。可偏偏她又来自乡野，户籍制度是皇上登基后新设的律法，乡野还没有普及。本宫可以卖你一个人情，我父母是历城普通的农户，他们无意中捡到尚在襁褓中的我，本来是想我给他们儿子当童养媳，后来因为本宫的容貌符合皇上的心意，被当地官员选秀入宫成了云妃。原主这个身世和沈括上辈子相差无几，都是被人收养的孤儿，因为种种原因都要嫁给一个智障当媳妇，可能他两辈子就没那个有父母有家的命。沈括心情瞬间低落。沈大人想知道的我都说，大人可不要忘记欠我一个人情，没其他事本宫就先失陪了。沈大人对他心痛不已，旁边的公公催促道，皇上的寿宴就要开始了，可别耽误了。他盯着云妃若有所思，历城看来要好好探查一番了。大暴君的寿宴上，云妃刚一坐下就迎来宫妃满满的夸赞，云妃这身衣服好亮眼呀，对，比令妃的还要亮眼呢。大臣们一时也看呆了，哇塞，云妃娘娘真是艳压群芳呀，别看云妃这么优雅，其实脑子里满嘴想的都是吃的，待会儿有什么好菜呀？想到这里，他的口水就流了一地。令妃看着他，心下暗怒：沈括这贱人，等下有你好看的！一声皇上驾到，果然寿宴上的楚离气宇轩昂，简直帅死了。别看满堂宾客，但他一点都高兴不起来，缺觉头很痛。要不是一国君王不办生辰说不过去，他干嘛还要应付这群人？令妃赶紧吩咐：快上来给皇上生辰助兴！台下翩翩起舞，甚是好看，但楚离却烦躁不堪，在他看来不过是群魔乱舞和噪音，快让他们滚下去！他一个眼神瞪过去，令妃赶紧起身：皇上生辰普天同庆，臣妾和宫里诸位妹妹早早就为皇上准备好了生辰之礼，贺皇上吉日之喜。楚离盯着大口干饭的云妃，心想。云妃这斤斤计较的人能准备什么样的礼物，还真让我好奇。楚离便接过话，是吗？每个人都精心准备好了礼物。令妃赶紧将自己准备的山河锦绣图呈了上来，臣妾用金线绣在我们大庸国盛产的丝绸上，寓意我大庸国能长盛不衰，壮阔富饶，蒸蒸日上。他才不管别人有没有准备，反正早几个月之前他就已经命人准备了。大臣们一致夸赞，娘娘这幅山河锦绣图太妙了，且不论绣工，只说这寓意也无人能及，这份礼物保准能符合皇上的心意。看得云妃满眼放光，真有钱了，大户人家就是不一样，还在抱着自己一百两家三个铜板过日子上，人家随随便便拿出一件礼物都价值千金，然而楚离的脸上却只有冷漠，觉得无趣极了。他倒是看云飞看得津津有味，云飞要送朕什么生辰之礼？沈括听到这里，半空中的筷子一下子就停住了，他十分心虚，半天说不出一句话。本来只想随便送点礼物，祝福两句就得了，哪里想到楚离会在宴会上当众猜惊喜？令妃也一副看笑话的嘴脸，云飞妹妹赶紧拿出来给大家见识见识见识。他早就知道云飞没有准备礼物，沈括攥紧双手，冷汗都冒出来。我现在装病溜还来得及吗？寿宴上，大暴君对沈括的礼物相当好奇，可沈括却准备了个寂寞。令妃迫不及待地在旁边看笑话，这回看你怎么办。沈括心虚极了，他站起身，小声地对旁边的宫女说，就按我刚才说的拿上来，快去吧，求沈保佑可以，希望可以蒙混过关。他专门表现出一副害羞的样子，表示都是一些小心意，还请皇上等没人的时候再看。大臣们对云妃甚是无语，太上不了台面了，果然是小门小户家的女儿，在今天这种庄重的场合送这种东西，沈大人却挺身而出维护女儿，礼物不分贵重，不分轻贱，都是云妃娘娘对皇上的一番心意。这话狠狠刺痛了大暴君的心，这女人根本没给我准备生日礼，但她还是让人拿上来，不管有没有，还是在敷衍她，都要亲自看看。拆礼物的那一瞬间，大臣们屏住呼吸，令妃暗暗窃喜，云妃这次你死定了。就连沈括也是满脸的慌张，完了完了，我都把话说这么清楚，为什么他还要看？以后他的生日就是我的死期。掀开礼物，只见上面写着，皇上恕罪，礼物臣妾明日再给你。沈括只希望大暴君能温柔给他个痛快的死法，谁知道大暴君却满脸欢喜，爱妃的礼物朕甚是喜欢，有意思，就留你的命到明天。令妃气得咬牙切齿，沈括这才将悬着的心放下，这只是缓兵之计，能拖一会儿就一会儿。结果楚离说喜欢，他说喜欢，沈括简直要哭了。突然间系统表示，宿主检测到目标人物即将发作，请做好任务准备。然而直到寿宴结束，整场宴会下来楚离都没事发生，本系统绝对不会出错，刚才是任务目标自己忍住，也对，楚离的骄傲怎么可能在那么多人面前病倒？果然下一秒他就因为头疼站不稳，
宿主，你再不唱歌就没机会了。这时大道君已经彻底支撑不住，针扎一样头好疼，好想杀人。与此同时，他耳边传来了美妙的歌声。系统叮的一声表示，时光机启动，本次用11个时辰，在规定时间内完成任务。时光机启动，沈括穿越到了大道君小时候。这天正是三皇子的寿宴，宫女们忙碌的不停，连连感慨道：“三皇子真受宠，皇上居然会拿紫宸殿给他过生日。紫宸殿向来是帝王国宴才能动用，你说三皇子会不会被封为太子？说不定殿下会是以后的皇帝呢。”沈括对这些话嗤之以鼻，三皇子会不会被封为太子他不知道，但未来的皇上绝对不是他，就他也配？在系统的提醒下，他一路小跑去了偏殿寻找阿离。只见此时的三皇子耀武扬威，嘚瑟的不行。今日是父皇为我举行的生辰宴，一切都按照太子的规格置办。你看这套吉服和头冠，都是上宫局命天下最有名的绣娘制作，3个月才完成。小阿离在一旁捂着耳朵不听，不听，阿离什么也听不见。随后三皇子竟然命人一把将他拉起来丢了出去。沈括刚好路过，看到这一幕，他看向阿离的眼里自带滤镜，这也太可爱了吧！怎么能这么可爱呢？把我的心都萌化了。第一眼看到漂亮姐姐阿离还十分高兴，可下一秒他就有些失落。漂亮姐姐今天来也是参加三皇子的生辰宴会吗？沈括恨不得把三皇子打到跪地求饶，哪会去参加他的生辰宴。见漂亮姐姐犹豫没说话，他伤心的大哭。漂亮姐姐想去也没有关系，不用管阿离，阿离自己玩也可以，大家都喜欢三皇兄，没人陪阿离玩，阿离不会在意也不会哭，你去吧。阿离不能阻止漂亮姐姐做你想做的事。看到他这可爱的样子，沈括笑，明明舍不得我走还要装作大度。他拉住楚离的小手，骗你的啦，阿离不要哭，漂亮姐姐不走，我带你去玩。这时阿离的脸上才有了笑容，他又问道，漂亮姐姐，生辰很重要吗？生日是每个人一生中最重要的一天，是值得庆祝的纪念日，而且还会收到各种各样的礼。楚离笑得满脸天真，阿离也想收礼，漂亮姐姐能送给我吗？他这才知道原来今天是阿离的生日，每次用时光机都不知道会穿回哪个时间点。跟大暴君过生日的时候也没听说他的生日和三皇子是同一天，不过管他呢，这么漂亮的阿离，你要什么漂亮姐姐都给你。沈括回道，可以。阿离想要什么礼物？他拉起漂亮姐姐的手，姐姐跟我来。这个时候大厨都出宫了，只有太监留下来守夜，我们爬窗进去，漂亮姐姐和阿离小心一点就不会被发现。原来他想要的礼物是希望漂亮姐姐能给他做一顿饭。沈括挥起袖子就干，行，我今天就给你露一手。小阿离生日，沈括信心满满，准备一展身手给阿离整一顿好的。然而他在这个时空根本无法触碰任务目标以外的东西或活物。他转身向阿离道歉，阿离对不起，我忘了，我不能直接碰到这个世界的东西，不可以亲自给你做饭了。他拉住姐姐的手，没关系，漂亮姐姐抓着阿离的手做吧，阿离还太小不适合用刀切菜。他便想到给阿离煮了一碗面，这面看起来就让人非常有食欲，阿离更是喜欢的不得了。漂亮姐姐和我一起煮的面好香啊，阿离吃得津津有味，没一会就干饱了。然而他却哭了起来，漂亮姐姐，今天也是阿离的生辰，但是没人帮阿离过生辰，阿离也不喜欢过生辰，因为今天阿娘死了。沈括记得楚离出生的时候，母亲为了生他难产死了。沈括向他道歉，阿离对不起，是我的错，我没记住。结果这时系统却不合时宜的冒了出来，时间到，任务完成，奖励10天生命值，拯救暴君任务完成度 2%， 即将返回正确的时间。等等，我还没有。沈括话还没说完就已经返回了。阿离只是想要一碗长寿面做礼，结果我只做了一碗最最最基础又简单的面点。想到这里，沈括就自责不已，什么垃圾系统，我还没和阿离说上一句生辰快乐就被传送回来，别在那里装死，下次时间快到了提前跟我说一声。 OK， 系统只是发出6个沈哥好。沈括警告他，不然看我怎么收拾你。一想到阿离吃的那么开心还跟他说谢谢，沈括就更痛苦，我这到底是什么脑子，怎么连这么重要的事情都忘了。要是我记得，就算是偷吃抢也得给仔仔弄来一碗肉和鸡蛋。说起来今天在紫宸殿中没有一个人能想起今天是他母亲的忌日，他不开心却还是默许李哥办了这场宴会。难怪他看见我说明天再送他生日礼物会说行，原来今天他压根不想。沈括穿着睡衣就走出了宫门口，宫女拿着披风担心他着凉，他一声令下别跟过来。他只身来了御膳房，之前任务里没有给小阿离做上好吃的，就便宜这位大暴君吧。他好一通忙活，最后大功告成的时候已经满头大汗。为了弥补没有对小阿离说生辰快乐的遗憾，沈括特意做了好吃的给大暴君。深夜他提着重重的食盒来了盘龙殿，可这时的大暴君早已睡着了。公公觉得已经深夜，想着等皇上睡醒再帮云妃娘娘转交，结果云妃却表示不用，本宫就在这里等他，我要亲自送去。公公不解，更深露众娘娘何必在外面呢？无碍，孙公公进去吧，免得皇上醒了找不到人。大暴君睡醒后已经筷子时了，他立即提醒大暴君，皇上云妃娘娘在殿外等候，说想给你送点夜宵。大暴君迫不及待让他进来。沈括这女人居然敢不把朕放在眼里，以为送点吃食朕就不会跟他算账吗？等下不管他送什么吃的给朕，朕都说不好不喜欢，再趁机把他好好罚一遍好了。想到这里大暴君就露出了得意的笑容。大暴君开口问道，爱妃来给朕送夜宵？沈括直接表示臣妾是给皇上送生辰礼。大暴君嗤之以鼻，随随便拿个吃食就想糊弄朕，今天后宫嫔妃和诸位大臣送给朕的礼物你也看见了，就拿个吃食来当礼物不觉得太随便了吗？你是没把朕放在眼里，还是觉得朕脾气好？沈括表示都不是，皇上知道臣妾家是穷手头紧，拿不出令妃那样的礼物，所以臣妾只能亲手做一碗长寿面聊表心意。这一瞬间，沈括脸上的笑容格外炙热。为了不让汤洒出来，他把照明用的灯笼都给扔了，一路上两只手提食盒，还差点一脚摔进池子里。大暴君那一刻的心情颇感意外，虽然心里感动，但他还是傲娇的拧过头，别以为你讨好卖乖，朕就会这么送。那这碗面皇上你到底吃不吃？不吃我拿回去自己吃。沈括假装要拿走，大暴君一下就好紧张，送给朕的东西还想拿回去，把碗放下。然而桌子上却堆满了奏折，没地方放。大暴君哗啦一声将那些奏折全甩在了地上，放吧。沈括无语，难怪你要亡国。
派人拿到一边去不行吗？现在掉在地上还看不看了？沈括想着还是整理一下掉在地上的奏折吧，等下奏折弄脏了大暴君不愿意看，耽误正事又要把罪责归在我身上。大暴君却提醒他后宫不得干政，你要是碰了那些东西，明天御史台就会上奏弹劾你。沈括还不以为意，皇上别吓我，这里又没有御史台的人，他们要怎么弹劾我？没有他们的人不代表没有他们的眼线。沈括还以为大暴君在开玩笑，在你身边安插眼线，你为什么不除掉他们？对你不敬这口气你忍得下？谁知大暴君张狂一笑，为什么要除掉？要是外面那些蠢货真有本事把朕从皇位上拿下，朕只会敬佩他们的胆子。在小说中确实没人能杀得了楚离，要不是楚离当皇帝当腻歪了不想死，打开城门放主角他们的叛军杀进，大暴君会活到最后，杀的小说只剩下书名。沈括盯着大暴君不自觉出了神，引来了大暴君的不满，你这样盯着朕做什么？沈括被吓了一跳，没什么，皇上好看，臣妾忍不住拜倒在您的威武风姿下。大暴君显然不信，爱妃要不要把刚才的话再说一遍？楚离确实长得好看，眉眼冷淡，肤色白皙，可惜总是沉着脸活，像专收人性命的阎罗。沈括这才转移了话题，皇上赶紧吃面吧，凉了不好吃。片刻过后，楚离将这碗面干了个干干净净，可他却不喜欢吃配菜，红烧肉和鸡蛋都放在了一边。随后沈括便告退。大暴君盯着身旁的小太监，你刚才看见什么了？小太监吓得浑身发抖，奴才看见云妃娘娘想看奏折，还给皇上送了一碗面，皇上很喜欢。随后大暴君的脸色直接阴暗了起来，小太监吓得赶紧下跪，皇上饶命，奴才什么也没看见，看见了还说没看见，欺君之罪，朕会怎么留你？来人把他拖下去，先弯了眼睛，把舌头留下，朕会让你在下面和你主子团聚，到时候你再告诉他这个消息。突然感觉大暴君的残暴也只是他治理国家的一种方式，他杀的那些大臣或许也只是该杀而已。自从给楚离做长寿面的那天晚上，后宫中一片安静，沈括也过了几天安稳日子。不过前朝可一点也不平静，陛下先日又当庭葬毙四品官员，大臣们表示臣等深感担忧。古人云忠言逆耳利于行，明君不以谏言下罪，还望陛下三思。大暴君只是冷冷一笑，怎么坐在轮椅上的不是朕，是你们？朕最讨厌有人在朕头上指手画脚。那大臣直接吓得浑身发抖，大暴君语气中透露出来的威严不可侵犯，你们要么服从，要么就跟他们一起去死。想到这里，沈括感到庆幸，还好本宫昨天没有碰那堆奏折，否则被御史台骂的就是他了。他拍拍手，来人给本宫放鞭炮。宫女表示娘娘宫里明令禁止点炮竹。沈括只觉得可惜，小宫女和小公公对视一眼，要不娘娘再发个红包压压惊了，他们怕不是在想屁吃，整天待在以香宫也没意思。上次楚离赏赐的钱又快花光了，但每次拿皇帝的赏钱都差点要他吓得没了半条命，爱就没有什么乐子。突然他听到假山后面有人在说话，废物，真是废物，让你们出宫送的东西都能被退回，我爹不要你们不会想办法让他收下吗？沈括定睛一看，这不是令妃吗？父亲昨天进宫赴宴都没有找我，嬷嬷家里是发生什么事了吗？嬷嬷先是环视了一圈周围，才小心翼翼地跟他说，娘娘府里眼线说昨天老爷离开生辰宴后，就立马召集了探子去历城，令妃一下子就紧张了起来，莫不是爹爹查到了什么？他立马吩咐嬷嬷挑几个能干的人去截住爹爹的人，绝对不能让他们抵达历城。但令妃又一想，爹爹是个执拗的人，这次挡住他，下次他又会派人去，他在宫里怕是鞭长莫及。随后令妃眼里起了杀意，他让嬷嬷兵分两路，一路拖延他们抵达历城，一路去那个村庄，干脆一不做二不休。沈括心想，难道令妃在历城藏了什么见不得人的东西？怕他父亲查到，他正要离开，脚下却不小心踩到了一根树枝，令妃立即警觉了起来，谁在那给本宫滚出来？令妃缓缓靠近，沈括心想这下糟了。沈括在假山后面听到了令妃的把柄，可却被令妃发现了，他心想这下糟了，还好另外传来一个声音，是嫔妾。令妃定睛一看，原来是齐贵人。齐贵人表示是无意中路过，不过是见令妃娘娘在前面说话，不愿打扰便想离开，不小心踩中了一根树，惊扰娘娘是嫔妾的错。令妃心想没有大碍，她刚才站的位置远，确实听不见我的谋划。上次在赏花宴上，齐妹妹没有怪本宫不出声救你吧？本宫知道妹妹心里有怨气，但那个时候本宫强行插话，怕是会弄巧成拙。你也知道皇上的脾气，他掏出自己的镯子给齐贵人戴上，这是进贡的上好羊脂玉，本宫也只分到这一块打磨成了手镯，戴在妹妹手上也很漂亮。齐贵人开心的接过赏赐，随后令妃放心的离开了。可下一秒，他就将镯子从手上取下来，摔了个稀碎。你用过的东西我才不稀罕。云妃走过来将镯子捡了起来，刚才的是谢谢你，但宫里人多眼杂，就算摔东西也不能在外面给人留下把柄，带回去毁尸灭迹吧。齐贵人傲娇的别过头，我虽然不是好人，但知恩图报还是懂的，我今天帮了你，以后我们两清。云妃哈哈一笑，急什么，你和我的账哪能就这样算清？令妃落井下石，置你生死于不顾，摔东西有什么用？我的意思是敌人的敌人就是朋友，不如你我联手，我在宫外没有人手，你是官家小姐，宫外根基比我厚，你去安排信得过的人去历城一趟，那是我的老家，而且令妃可能在那里有见不得人的命。现在沈萧和令妃都派了人去那里，只要你把握住机会，还怕报不了头吗？齐贵人仍旧有些犹豫，可是沈萧是中书令，我父亲不过是从四品，怕是斗不过，不需要你和他们正面冲突，只需要早早等在那里，暗中看看他们到底做些什么就行。富贵险中求，想报仇哪有那么简单的事，好，我们合作。沈括信心倍增，等着瞧吧，就算我没钱没权，只要稍加利用也一样能杀敌人一个措手不及。沈括身边新来了个贴身宫女清代，手脚更利落，和后宫的人也没什么牵扯，用着放心。而且清代的空降让玉芝很不安，这几天忙里忙外，也没空去令妃那里通风报信，这波赚了。大晚上的齐贵人突然来了，只见齐贵人浑身发抖，整个人都怕得不行。历城那边死人了，令妃杀人了，她屠了你的家人。令妃的人一到历城就找到你的老家，把你父母和屋子里的人全杀了。齐贵人眼里简直要掉下泪来，没想到令妃看起来柔弱下棋手这么狠。我派出的人说杀手伪装成赌场追债的打手，把人屠杀了之后还放了一把火烧了屋子。我想救你的家人，可是令妃派去的杀手都很厉害，就是要一次杀光不留活口。我派去跟踪的人无法阻止，帮不到你。沈括竟然十分淡定，一点不害怕。沈括让他先冷静下来喝口茶。令妃的父亲知道这个消息吗？他的人来晚了一步，等赶来的时候，现场都被令妃的人收拾妥当。
他们伪装成赌场上门要债，争执之下打翻烛台欺负。你到底怎么得罪了令妃？为什么他就针对你？沈括摆摆手，他也不清楚。原主的父母是乡下的农户，平日除了豪赌之外，跟权贵扯不上关系。原以为令妃是嫉妒和争宠，才处处针对自己，但现在看来另有隐情。难道原主的父母知道令妃的秘密，所以他才急着派人出宫，甚至拦截自己父亲的人力，目的就是毁尸灭迹？难怪皇上会封他为妃，他让我一个女人看了都自惭形秽啊！沈括又问道：事发之后，沈萧和你的人有没有从历城撤走？祺贵人这才回过了神，没有。历城这种小地方，生面孔进出都很扎眼。沈括灵机一动，行，那你就透露出一点消息，让沈萧去查令妃。祺贵人不明白什么意思。沈括狡黠一笑，你不是要报仇吗？既然令妃送上把柄给你，怎么能错过？祺贵人一想，对的。随后他就回去安排。祺贵人又猛地回头，我现在总算明白我为什么会栽在你手里，感情你以前是在扮猪吃老虎。沈括美滋滋的敷着面膜，这个嘛，你就当本宫大梦初醒，变成了另一个人钮祜禄沈括。大暴君得知云妃家里人死，一时间连用饭的心情都没有了。公公也在一边说，云妃娘娘要是知道自己父母死了，一定会很伤心。大暴君将奏折甩在桌子上，伤心，他伤心与朕何干？难不成还要朕哄他？人有生死再寻常不过，但为何我会如此烦躁？罢了，看在他能给朕找乐子的份上，朕可以亲自通知他一声。沈括便又一次来了盘龙殿。当然，沈括看完奏折并没有多么惊讶，是说原主养父母在历城遇害的事情，但这件事他早就知道了。要表现出失落吗？在楚离的视角看来，云妃伤心不已，现在的样子十分楚楚可怜。他便安慰道：“人死不能复生。”沈括反问：“皇上是在安慰我吗？”说实在，那对养父母对原主一点都不好，现在他们终于恶有恶报，岂不是很好？大暴君依旧傲娇的别过头，朕会安慰你，朕只是不喜欢看人哭哭啼啼。要是你的眼泪把朕盘龙殿的地毯弄脏了，朕还要派人来换。沈括生气，恨不得能摇醒他。你知不知道你这样冷酷无情是找不到老婆的？大暴君立马读懂他的内心，你在骂朕？沈括一秒震惊，没有，臣妾只是感慨皇上睿智英明神武，顺势又挤出两滴眼泪。总之，臣妾很感激皇上亲自告诉臣妾这个消息，皇上这样体恤臣妾，臣妾真是太感动了。大暴君反问：既然你已经知道消息，那就赶紧滚吧。沈括却表示：臣妾那人的养父母，皇上就别管了。顶多看见死者为大的份上，臣妾给他们立个衣冠冕，您看臣妾只能拿得出这个数？大暴君不禁为他汗颜，五两银子爱妃真大方，多了吗？那要不还是这样吧。云妃直接掏出了那三个铜板，臣妾真是好人，把皇上的御赐之物都赏给了他们立衣冠冕。他们在阴曹地府应该会为臣妾的孝顺感动得痛哭流涕。大暴君那脸阴沉的不行，带着你的铜板给朕滚出去，朕平常饿着他了还是怎么？为何如此抠门？公公表示沉默，小两口调情别拉上我。大暴君一秒发怒，你也给朕滚吧。随后公公十分祥和的滚了。少年是沈萧沈大人的儿子沈子元，凭实力考进了御林军府军前卫部甲等兵，统领一眼就认出了他。沈公子今是第一天当差吧？统领本想对他多加关照，少年当即表示：统领不用这样，小爷我是凭本事考进来的，将我和一般兵士同样看待就好。统领不禁叹了口气，前段时间有侍卫和嫔妃私通，很多人都不想惹祸上身，可差事总得有人做，反正执掌后宫的令妃是你妹妹，就安排你去后宫巡逻吧。然后他便来了后宫，刚走在路上就听有人在议论，听说前日皇上和云妃为了三个铜板吵起来了，云妃娘娘也太穷酸了吧，宫女丢了三个钱子都懒得去找了。沈子然心里不禁暗想，这个云妃真的是我亲妹妹吗？前一晚父亲听说他当了御林军要去进宫当差，十分开心，有件重要的事为父要你一定办好。其实令妃沈燕她并不是你的亲妹妹，而是我收养回来的养女，当年你母亲在逃难的时候匆忙产下襁褓中的妹妹，后又被歹人趁着身体虚弱所杀，哪曾想她一直用命护着的妹妹居然报错，而报错了的那个很可能就是云妃。前些日子我在陛下寿宴上见了云妃一面，发现她长相竟然和你娘非常相似，于是我暗中派人调查了她的身世。沈子然这才明白，怪不得她和嫣儿从小就不和。随后沈大人又掏出一沓银票，云妃这孩子在农户家长大没有根据，想来在宫里受了很多委屈，你拿这些银票孝敬孝敬她知道吗？沈子然哭哭，这都有一千两了，爹偏心，给孩子月钱才二十两，臭小子，穷养儿子富养女，知不知道家里的钱未来都是你妹妹的嫁妆？什么嫁妆？不管是亲女儿还是养女都已经嫁给皇帝，突然间一个宫女冒出来，小公子请留步，娘娘请您借一步说话。令妃得知自家哥哥进宫做御林军，便立马吩咐人把他带了过来，他先是屏退左右，然后顺势做出关心的样子，四哥哥你受累了，下一秒就要帮他擦额头的汗珠。然而沈子然却十分抗拒，一脸尴尬，不用不用，令妃娘娘叫我来是有什么事？他心想还好没别的人在，不然就要被认出了。令妃的小心脏备受打击，四哥哥也要跟我划清界限吗？就因为传闻我不是真的沈家女儿？可即便这是真的，我当时也才刚出生，也不是我想被抱错的。然后又嘤嘤嘤哭了起来。沈子儿最受不了他的哭腔，便立即安慰道：没有的事，老爹可没有往外说，我也是最近回府才知道。令妃哭得更凶了，还有我送爹爹的东西他全都不收，一定在生我的气。现在我一个人在宫里，只有你能陪我说话，你能不能别离开我？沈子然那直男行为非常粗暴地为他擦泪，你放心，我有空会去碧霞宫看望你，至于多久看一次就到时再说。哎呀，四哥哥轻点，我的妆。他一把抢过手帕，他那么大力痛死老娘了。然后沈子然就表示告退，你也知道我现在很忙，父亲不给我银子，我得赚钱。令妃直接直言表示，四哥哥很缺钱吗？要不要我给皇上美言几句？其实你不用自贬身份去当御林军的人。那句话一下戳痛了沈子然的心，他立马转过身去冷漠的表示，不需要，我还要回去巡逻，先走了。令妃直接拿出自己五百两提起钱，哥哥急用钱就先给你用。谁知沈子然头也不回的走了，我不要你的银子，你自己收好。令妃当然气炸，不知好歹，总有一天你会哭着回来求我。
他一想到那句话，其实你不用自贬身份去当御林军人，心情就更差。砰的一脚踢倒了路边的花盆，就没人懂我，凭自己双手吃饭完成梦想，我有错吗？突然间又意识到不对，连忙摆好了花瓶。这时的沈括突然钻了出来，我看到了哟，凭自己双手吃饭完成梦想，当然没错。沈子然像是遇到了知己，真的吗？当然，不管做什么，只要没伤天害理，都是英雄。沈子然定睛一看，这个人长得和我娘很像，难道他就是？他脱口而出娘，沈括直呼救命，哪来的憨憨乱认吗？丫鬟拦在前面，放肆，云妃娘娘在此，岂容你胡言乱语？少年见到沈括脱口便称娘，属实给沈括尴尬住了。宫女表示放肆，这可是云妃娘娘，岂容你放肆？沈子然这才回过神来，卑职是刚入御林军的无名小卒，方才偶遇贵人有所冒犯。沈子然心里的惊讶难以形容，她就是云妃，难怪我爹说她是我的亲妹妹。下一秒她从怀里掏出一沓子银条，小小心意不成敬意，请云妃娘娘收下。好家伙，这属实又让云妃惊到了，这年头还有人上门送银子，这个人的眼神单纯的像个傻子，而且还莫名有种亲切感。沈括表示你放心，你就算不用银子买通我，你刚才踹翻花盆的事情我也会当没看见。沈子然一下就好着急，不是不是，我是说卑职刚入御林军，很多事情不懂，望贵人以后能多多照顾。这一千两银子是心意，沈括又惊到了，眼里直冒金光。一千两银子好说好说，他直接爽快收下了银子。以后你有什么事情需要我帮忙，尽管到以香宫来找我，这个铜板就是本宫给你的信物，你别嫌弃，这可是御赐之物，很珍贵哦。本宫一共也才拿到了三枚。沈子然当即感动到痛哭流涕，多么和蔼可亲、勤俭持家、贤良淑德、蕙质兰心的妹妹，他跟宝贝似的系在了手腕上。卑职感谢娘娘赏赐。随后两人变个忙个的。宫女不解，娘娘你为什么要容忍那个灯胡子？他给本宫银子，本宫为什么不能容忍？宫女却表示，可奴婢看到他走过来的那个方向，周围都是碧霞宫的人。沈括眼里只有他的钱，有关系吗？如果他是令妃的人，我拿他的银子只能算精神损失费，拿再多我也不收了。何况他不是。宫女表示不解，娘娘怎么确定他不是？令妃出身显赫，眼高于顶，根本不屑于拉拢一个小事物，就算要暗插眼线，也得是御林军统领这样的级别。小说里他是沈中书的儿子，一根筋的单纯少年，应该不会配合令妃搞这些诡计。也罢，我就看看他到底想做什么。这个少年很热血很单纯，我很喜欢，以后要是找上门，你尽管让他来见我。沈子然心里超开心，总算是把老爹交代的事情办好了。放心吧妹妹，总有一天我能顶天立地保护你平平安安。第二天，沈子然鼻青脸肿的就给沈括送礼物来了。云妃娘娘我又来了，小侍卫你的脸怎么了？说到这里沈子然气不打一处来，就是我爹，他居然要抢我这个铜板，还好我护住了。爹爹直言表示，儿子的东西就是老子的。沈子然自然不服，然后他就被老爹打了一顿。他埋怨似的向妹妹告状，你看哪有这样的爹，居然吃儿子的醋。沈括噗呲噗呲笑得不停，你爹不至于跟你抢一个铜板吧？我爹不一样，我爹有我兄弟几个，但只有我妹妹一个女儿，所以我爹还说以后家里的财产要全都给妹妹。看得沈括眼里放光，财产你家还有钱吗？算是吧。沈括想着可得好好抓住这棵摇钱树，拿起毛笔就开始做调查。那你家干什么的？你爹叫什么名字？沈子然突然想起，差点忘了正事。他拿起盒子就给妹妹看，我今天给你带了个东西，你们女孩子肯定喜欢。打开一看，沈括懵了，你用金丝楠木的盒子装一串糖葫芦？那憨憨少年却表示，这家糖葫芦串特别好吃，排队的时候看见好多小女孩在买，你快点尝尝。沈括一脸无语，小女孩，你看她们多少岁？我多少岁？他看着妹妹也就18岁的样子，他多么希望把这么多年缺少的一件件补偿给妹妹，他眼神中写满了期待。喜欢吗？喜欢吗？沈括尝了一口，味道还行。他不禁偷瞄那个盒子，能不能送我？这个金丝楠木的盒子一看就很贵。沈子然毫不犹豫，大方的直接送给了妹妹。下次我再送一个金子做。接下来第一天，沈子然送了个金闪闪的黄金小哨子给妹妹。第二天送的是黄金小车子。第三天是金闪闪的黄金小银，全部都是金的。沈括的开心简直难以形容。小侍卫，你家爹爹的官肯定不小。哪有，我姥姥家更有钱，我爹全靠娶了我娘吃软饭。背后的爹爹忍不住打了个阿嚏。谁曾想他们两人的谈话全部被后面的丫鬟听了去。看这情况是要向令妃告状。令妃正在美滋滋的剪花枝，结果眼线玉指却来禀告他，令妃娘娘大事不好，四公子去了以香宫找云妃，两人相谈甚欢，还送了好些礼物。听到这里，令妃咔嚓一下收了剪子，脸上的怒意甚是恐怖。怎会如此？四哥总是推脱没时间看我，结果他是去陪沈括，难道他发现了什么？不对，看沈括的脸，他大概就明白了。再这么下去，四哥会把沈括才是他亲妹妹的事宣扬出去。如果让沈括的事情公诸天下，那我获得的一切都会被那件人抢走。不行，得想办法尽快把沈括除掉。沈子然，既然你三分四次不识抬举，就也不要怪我了。画面一转，一个脸生的小太监向沈括禀报，一个御林军的侍卫请他去太液池。沈括心想，不对，每次小侍卫都是直接来找我的，就算传口信，他干嘛不找他的同僚，而是找个路过的太监？沈括虽然有些怀疑，但他还是去了。太监把沈括领到太液池，就谎称自己有事先跑了，这里可够偏远的，哪怕发生什么坏事也不会有人发现的。下一秒，沈子然就气喘呼呼地跑来了，还反问道，你约我来这是有什么事吗？刚才你的宫女御旨突然来教场找我，说你有急事，跑得累死我了，下次你可别约这么偏远的地方，要是出事了多危险。沈括反问，不是你约我说有东西给我？那一刻沈子然愣住，不好，我们赶紧离开这里，一定有人把我们引到这里，这是陷阱。他们刚要离开，令妃就大吼一声，站住，什么人竟敢在此私会？本宫收到消息，有宫妃在太液池私秘密私会，没想到又是云妃妹妹。沈括如实相告，令妃娘娘，我和小侍卫被人骗到此处，并没有什么事情。令妃完全不听，来人，那把云妃拿下，带去我宫里等候我审问。
沈子然霸气护妹挡在云飞前面，令妃你打。令妃却非常胡搅蛮缠，直接让太监对四哥哥动手。见状，沈子然只好抢了太监手里的棍子，一个措手不及，太监摔倒在地。小爷我说没有做过就是没做过，好大的胆子居然敢在朕的后宫自称小。令妃直接就呆住，皇上怎么会来这里？是谁跟他报的信？令妃本想利用凤印把沈括抓起来暗中处置，这下怎么办？沈子然表示卑职心急冒犯皇上，还请皇上恕罪。大暴君眼神不满，是要好好惩治你这种嚣张，拖下去打20棍。随后沈子然便被押走了。令妃直接向大暴君表示，云妃妹妹与御林军侍卫在此赐婚，臣妾这里抓到了人证。然后直接将那太监提溜到大暴君眼前，说你是怎么给云妃捎信的。小太监神色紧张，表示方才那个侍卫拜托奴才传口信，说要请云妃娘娘到这里来。云妃一眼就认出你不是我宫里的人，如果小侍卫真的和我有不轨之事，为何他要找个不认识的人来传话，还要带到这种没遮墨挡的开阔地方，方便给人包抄。小太监被问到哑口无言。令妃大怒，狗奴才，还不快把你幕后主使说出来，你连话都不会说吗？太监喘着粗气艰难地说出，没有人，是奴才。随后就一头撞死在假山上。沈括心有不忍，何必做到这个地步呢？大暴君却哈哈哈地笑出了声。随后他望向身边的老太监，孙平，你刚才说有件怪事说给朕听，现在说吧。老奴受云妃娘娘之托，去以香宫为皇上取东西，途中却看见了宫女玉指鬼鬼祟祟走向碧霞宫，玉指扑通一声跪倒在地上，奴婢是为了找令妃娘娘劝阻云妃娘娘不要和沈侍卫做出非礼之事。沈括当即表示，沈侍卫我可从来都不知道他姓什么，你是怎么知道的？还是说这分明是你们编排出来，故意陷害我？玉指直接被吓到瘫软。大暴君眼神凌厉，令妃你有何解释？只见令妃全身僵硬，完全说不出口。大暴君正要治罪令妃，结果这时候沈萧沈大人却来了。沈大人喘着出气，忙不迭地表示，皇上老臣有罪，还请皇上责罚。大暴君脸上满是疑惑，爱卿这是闹哪出？若你是来为你女儿令妃求情就不必了。沈大人狠狠瞪了一眼令妃，随后挪开目光，微臣并不是来为令妃求情，而是斗胆来为云妃娘娘证明清白的。那位侍卫是微臣的小儿子，而令妃娘娘并不是臣的亲生女儿。话听到这里，所有人的心都为之一惊。沈萧更是表示，臣几经调查后发现云妃很可能才是臣的亲生女儿。臣正想进一步调查时，却有人对云妃娘娘的养父母下了毒手。听到这里，沈括一整个人呆住，令妃不是沈宗淑女，云妃才是，这又是闹哪一出？我怎么没印象了？对了，这个云妃在小说里早就被处理塔了，所以这算是隐藏剧情吗？沈大人表示，犬子入选御林军得以进宫，微臣为了保护云妃娘娘才派犬子暗中接触，引发这么大的误会，请皇上降罪。大暴君说道，爱卿行事鲁莽，虽然情有可原，但外臣与宫妃往来必须处朕罚他打了棍子，然后他以后就去朕的禁卫军报道吧。沈大人激动地向皇上磕头谢恩，谢主隆恩。禁卫军是陛下的亲兵，比守卫攻城的御林军更加尖锐，这是提拔呀。大暴君又说道，至于令妃自罚3个月俸禄，将俸印交还出来，那一刻令妃整个人都傻了，好看的脸也早已花容失色。随后大暴君转身回宫，但他的目光还是指向令妃。今天的这场闹剧朕都看在眼里，不要把所有人当傻，你好自为之。随后他的封印就被没收了。沈大人在后面疯狂的追打，云妃娘娘请留步。云妃先是一愣，随后直接表示，沈大人我不是您的女，也不是从前那个沈，就算我是，你要让我和令妃一起叫你父亲，抱歉我做不到，以前的沈括也做不到。孙公公表示，皇上后宫终是不可无主，这封印要给云妃娘娘送去吗？大暴君手拿过封印，我嫌弃他还来不及，凭什么朕会把这枚封印给他？那皇上你为何要命奴才给云妃娘娘做证？只见大暴君仔细端详着凤印，朕既然专程去看热闹，当然希望乐子能有去些，否则那有什么意思？他的手稍稍一用力，顷刻间凤印变成了粉末。大暴君眼里尽是兴奋，沈括这女人越来越有意思了。令妃倒台，所有人都在议论下一个接管封印的会是谁，然而齐贵人却十分肯定，下一个执掌封印的人我猜是你。云妃没有说话，而是让侍女退下。令妃倒台真是大快人心，所以齐贵人一大早就来以香宫跟沈括分享喜悦。令妃虽然没有封印，但是她在宫里的经营比我们有过之而无不及，那太监宁愿当场撞死，让我看见令妃对后宫的掌控，这绝对不单单只是一个封印那么简单，令妃现在依然是我们的头号敌人。沈贵人忍不住打听起来，你老实告诉我，外面那些小道消息是不是真的，说你是沈家嫡女的消息。沈括满脸不以为意，这重要吗？齐贵人激动地握住他的手，怎么不重要？你要是真的是沈家的嫡女，那你就是整个后宫最尊贵的女人，大家都会向你看齐，然后争先捧我的臭脚。他告诉齐贵人，你知道有种人他心怀孤勇，想杀出一条属于他自己的康庄大道吗？在齐贵人看来，有捷径不走那是傻子。沈括却十分坚定，不，世界上从来没有任何捷径，令妃走了沈家的捷径，所以在他身份暴露的时候输得一塌糊涂，到头来只有握在自己手里的东西才是真的，所以别老一心想去找靠山，谁知道靠山能靠多久，靠谁都不如靠自己实在呢。齐贵人眼神惊恐，你的意思是说沈家撑不了多久？沈括冒出三个问号，你为什么会这么想？因为齐贵人的爹说朝里开始有大动作，他爹本来只是刑部一个小小的事了，结果最近皇上几次下达命令都绕过了三审，直接传到了他手里。处理下达的政令首先要经过中书省，由门下省复核，再传给尚书省，尚书省统领六部，会根据政令的具体需求一级一级传下去。在小说里，楚离却时飞到了三省，让自己的命令能直接传进六部，并且六部所做的所有国事都能直接呈至案情，不需要经过三省的批复和筛选才能递上来给自己。废掉三省后，沈家也会跟着倒台。随后不久，沈萧会因为结党营私卖官鬻爵死在狱中，要是以前沈括可能会冷眼旁观，但是现在他于心不忍，齐贵人该说的都说完了，总之令妃倒台他也痛快，然后他就回自己宫里去。昨天沈子然约沈括卯时三刻去御花园，现在正好时间快到了摆驾。下集预告，沈子然又变身宠妹狂魔。本漫画目前更新到35话，着急的宝子可以提前去解锁。宠妹狂魔沈子然又上线了，为了给妹妹带好吃的，他天不亮就来御花园等着了，一看见沈括来了，他就连忙将包裹打开给妹妹看，这家肉包特别好吃，我一直用内力温着还热乎，你快尝尝看。沈括心里说不出的滋味，时时
在有被沈子然感动到，可他来之前就已经吃了早饭，现在还不饿。可沈子然这害怕被拒绝的样子，我还是吃一点吧。听到妹妹说味道还不错，沈子然的心里开心到飞起。沈括又将豆包递给他，你吃了早餐吗？没有的话你也尝尝。结果这傻憨憨一笑没吃，光想着进攻我忘记了。沈括让他先吃，他却表示不急，我不能跟你在一起逗留太久，等会儿被人看见你会受罚。再过两刻钟他就要去当差了，他心里想着得赶紧抓紧时间多看几眼亲亲宝贝妹妹，而且饭什么时候都可以吃。和宝贝妹妹相处可没多少时间，沈括的表情一秒震惊。我有件事问你，你觉得你爹怎样？我是说在为人处事方面。在沈子然看来，爹是个读书人，沈家百年书香世家，就属爹最会读书。他为人大方好社交重情义，所以家里经常有各种各样的人上门拜访，但也为此摊上过不少麻烦事。虽然想帮父亲说好话，但是他不想骗宝贝妹妹。父亲的优缺点一股脑都说了出来。按照沈子然的描述，沈潇确确实实是个好官，这样正直的人怎么可能做出结党营私卖官鬻爵的事？沈括仔细一想，等等，你说沈府经常有人进来串门？是啊，从讨论政务到讨论学术，反正什么都有。那会不会有人借着这个机会在你家里放东西？不排除这种可能。家里没有女主，爹很爱娘，从不续弦，所以后院常年处在没有人管理当中。他和大哥、二哥、三哥又时常不在家。以前令妃在家的时候也没管过这些事，他成天就是和小姐妹约茶话会，炫耀自己今天又得了什么宝贝。父亲要不是有丫鬟领的工钱伺候，他一日三餐都不知道上哪吃。沈府也就是表面风光，真深究下去内里一团乱麻。这种破烂的狗窝，沈子然怎么好意思让妹妹回去？沈括表示他知道。我想你帮我一件事，你方便吗？当然，妹妹的事就是他的事。沈括说道。他出不了宫，得到的小道消息说皇上要废除三省，只设立六部。沈子然表示让妹妹放心，他一定会把沈括的意思转达给爹的。沈括向他强调，不要说是我说的，要以你的名义。随后沈括转身要离开，可沈子然却表示等等。沈子然好似并不希望妹妹在宫里，他千叮万嘱在宫里一定要保护好自己。沈括笑嘻嘻的表示放心放心，他心里有数，谁能害到他，令妃就是下场。但沈子然仍旧不放心，一把握住妹妹的手，宫里实在是太危险了，这样那样的诡计防不胜防。沈括呼了一口气，你心里有什么顾虑不妨直说。沈子然终于说出了心里话，皇上有很多妾室我不喜欢，且不说家事稍好都会内钱，皇帝的后宫是多少人千方百计都要挤进的，毕竟代表了更多的权势和获利机会。那天你我差点被陷害，我就觉得宫里很危险，我以为上这杀敌才是最恐怖的事情，没想到比起战场的血流成河身首异处，后院才是真正的残忍。平时和我在一起玩的人都是一些高门大户的贵公子，他们说深宅大院里的纷争吓得我目瞪口呆，爹没有妾室一生只有娘一人，所以我们家从来不会闹出这种事。沈子然的眼里多了于心不忍，要是我能早点找到你就好了，把你接回府来绝对不同意你家进后宫，好不容易找回来的亲亲宝贝妹妹怎么说嫁就嫁呀。一想到这里他就伤心，沈清欣慰的笑了，嫁给皇上有什么不好，大家都想嫁给他当皇后，现在还有人在打封印的主意。沈子然却认为那些他们事他也管不着，要是他能把妹妹从宫里偷出去就好，皇上那么多女一定不会发现妹妹不见了。沈括被他的话逗得忍俊不禁，哪有那么容易的事，且不说皇帝会不会发现，就说你想带我出宫就没那么简单。他拍着沈子然的胸脯让他别担心，能害到我的人还没出生吗？那天我也只是将计就计而已。沈子然惊讶不已，将计就计你知道是谁害了你？要是让沈子然知道害他的人是令妃，一个已经和自己一起生活了十几年的妹妹，他也一定会受不了。沈括便没有说出实话，而是谎称敌人太狡猾了，一直没有露出马脚。时间不早了，沈子然要去禁卫军上班了，他掏出一把匕首送给妹妹作为礼物，看着这金碧辉煌又镶满了宝石的样子，定是非常值钱，沈括非常喜欢。看到妹妹喜欢，沈子然也就欣慰，他问了很多工匠，他们都说这样的匕首女孩子最喜欢，以后我不能当御林军，在你身边时刻保护你，就让他陪你。沈括又一次被这个哥哥感动到了，他摸摸妹妹的头，不急，那我可以等的。宝贝妹妹现在还无法适应妹妹的称呼，他就给妹妹取个好听的小名，让她知道她是他放在心口的宝贝。沈括的心里暖暖的，和他挥手再见。然而这一幕却被大暴君瞧了起来。前脚云飞刚收到哥哥送的黄金匕首，后脚就被大暴君看到了，他猛地一声大喊，你站在这里干什么？吓得沈括直接扔了手里的匕首。大暴君捡起一看，立即说道，华而不实，是沈子然送你的吧？你怎么知道？只有他才会想起来送你这种蠢东西。怎么蠢啊？这是他的一片心意，臣妾很喜欢。沈括想从大暴君手里把匕首抢过来，大暴君却故意耍赖，沈括直接就生气了，还给我。一旁的孙公公在一边劝和，云妃娘娘，皇上的意思是宫里不能私带兵刃，沈侍卫把东西给你，既害你也害他。沈括傲娇的别过头，要是皇上喜欢这东西就给您了，虽然舍不得，但是不能连累沈子然跟他一起挨罚。大暴君脸色微怒，朕才不喜欢这把匕首，但他也并不打算把匕首还给沈括。沈括要被气死了，真是到了八辈子血霉才会遇见处理这个没礼貌的男子。然而下一秒，身旁的小太监就开始叛变了，他拿起匕首朝大暴君的后背捅过来。然而大暴君毫发无伤，他却当场鲜血飞溅。大暴君言语间都是霸道晦气，朕虽然喜欢杀人，但是很讨厌有脏东西粘在朕衣服上，只不过是放出了一点要废除三省的消息，你们就坐不坐？太废物了，这样怎么能成大事？沈括被吓了一跳，一直都知道楚离身边的太监有问题，没想到居然这么狠，不仅要监视消息，还要负责杀楚离。然而那太监却口出狂言，大庸国迟早会毁在你的手，你除了杀人你还会干什么？你根本不会治国，今天我死了，以后还有成千上万个我会送你上路，你就等着每天活在恐惧中吧，我会看着你下地狱的。他的牙齿里藏着毒药，骂完暴君就立马服毒自尽。然而刺杀大暴君的人怎么可能让他死得那么容易？大暴君眼神像是孙平便懂了，一只手就掰开了那太监的嘴。大暴君告诉他们，朕本来就没打算治国，朕登基就是用来找乐子，谁想当你们的守护神，保护你们安居乐业，朕就是要烂在暴君船里，让整个江山给朕陪葬，朕等着千万个你们杀，朕会用实力告诉你们这些垃圾，就算再给你们机会，你们也只能一次次死在朕手里。突然间系统叮的一声，恭喜宿主触发特定情景，反派时光机启动任务开始。
大暴君情绪彻底爆发，再也收不住。这时叮的一声触发了拯救反派暴君的任务，沈括直接穿越到了大暴君小时候。沈括仔细打量着眼前的这处小破屋，这根本不像皇宫里面，哪有这么破的房子呀？于是系统提醒他，就是在皇宫。宿主，你走进木屋就能看见攻略目标。沈括穿门而过，此时的小阿离正在借着月光写字。阿离眯了眯眼睛，漂亮姐姐来了，这是真的吗？阿离欣喜不已，漂亮姐姐你终于又来找阿离玩了，等了好久好久。他迫不及待涌入沈括怀里，沈括捏捏他可爱的小脸，你在写字吗？是的，小阿离写好字就能去学堂上学了。阿离很喜欢夫子讲课，今天是阿离写字的最后期限，漂亮姐姐可不可以等阿离一小会儿？当然，你先写，我在这里看着你。没一会儿，沈括盯着阿离好看的脸就入了迷，阿离只好害羞的扭过头。漂亮姐姐，你能不能不要一直盯着阿离看呀？漂亮姐姐在这里盯着阿离，阿离会不专心。沈括更来劲了，真的吗？让我看看今天小阿离嘴巴是不是抹蜜，这么会说话。阿离没有抹蜜，今天吃的是稀饭。于是沈括才松开了他。好，我不看你了，你赶紧写，加油。只见阿离奋笔疾书，写得飞快。第二天，阿离一早就等在学堂门口。然而路过的宫女却对他这个皇子视而不见，沈括都觉得太过分了。这些宫女看到皇子也不搬张椅子拿杯水，连行李都没有。你要不要我帮你收拾他？阿离却萌萌的摇摇头，不用。学堂是安静神圣的地方，阿离一点也不在意。爱一个人，从来不是打着为他好的名义去做违背他意愿的事。看阿离的样子，确实不在意。沈括就先记下这一笔。叮的一声敲响了上课铃，夫子沉浸在他的讲课中，诸位都是皇上的子嗣，乃皇天贵胄，以后都要为黎民为百姓多谋福祉。然而三皇子却带头扰乱课堂秩序，即使在课堂上也在嬉戏打闹。他不经意间瞥到了小阿离，又是一番嘲讽。小废物也想上学？阿离不是小废物，他径直走过去，把写的作业递给夫子。夫子，我这是过关了吗？平心而论，十八皇子年纪虽然很小，可这字比他其他几个哥哥好多，一看就很用心。阿离迫不及待地问夫子，能让阿离念书吗？阿离一定会很乖很乖的。阿离进了学堂，一定好好读书，保护阿离的子民，做好皇子的责任。夫子瞬间就怔住了，没想到我刚才说的话，十八皇子都记住。然而三皇子却一把抢过作业，他当然不会让你念书了，只要有本皇子在，你永远都是本皇子的看门狗，还妄图想要保护百姓保护子民，你有那种东西吗？垃圾！小阿离辛辛苦苦熬大夜写的字，三皇子竟一把将他撕得稀碎。那一刻，阿离上学的梦想破灭了，他的眼里满都是悲伤，但他还是羞红着脸，鼓起勇气向夫子问道：“夫子，你说过阿离只要写完字就能上学的。”一旁的三皇子却嬉笑的不停：“那是他骗你的，谁知道你真的能在这么短的时间内抄完？我也不怕告诉你，你写的字帖其实是我的作业。”夫子，你告诉他我的作业过关了吗？夫子一脸虔诚：“三皇子的作业过关了。”霎时间，三皇子对阿离的嘲笑更甚了：“看见了吗，小垃圾，这就是我和你的区别，就你还想和本皇子在一起上学，真是做梦。”沈括见状，立马为阿离出主意：“阿离，你凶他们，就说大庸国开国先皇有令，凡是皇子到了年纪就能来上学堂上学，你们取笑我是想忤逆先祖的命令。”阿离却并没有这么做，而是一点一点捡起自己写的作业。阿离为了写他们都没有好好和漂亮姐姐玩，一时间泪珠从阿离的脸上一颗一颗滑落。沈括安慰他：“别哭，阿离，你按照我说的话凶他们好不好？只要你这样说，他们就一定同意你上学。”阿离摇头：“不行，这会让夫子为难。虽然不知道夫子为什么要骗我，但是阿离知道，只要说出了那句话，最后被惩罚的人不是三皇兄，是夫子。”阿离又回到了小破屋，将自己整个人盖在了被子里。沈括也十分心疼：“阿离，我还有别的办法。”你不要放弃好不好？先出来！被子吓的阿离早已泪流满面，晶莹的泪珠从他脸上大颗大颗滑落，他心底的悲伤再也抑制不住。为什么阿离这么没出息？明明不想哭，可是漂亮姐姐一说话，阿离就忍不住。沈括慢慢的开导：“阿离不想夫子受罚，阿离想我难受吗？阿离掀开被子让我看看你，帮你完成心愿好不好？”他这才从被子里面爬了出来。阿离不哭，漂亮姐姐也不难受，他将眼泪为阿离擦干：“不哭了，我们不委屈，我们敢在宫门落锁前拦住刚才那个坏夫子。”阿离却表示：“夫子不坏，夫子只是不想受罚，夫子只是和所有人一样想先保护自己。”虽然阿离还小，但阿离也不是什么都不懂。沈括将他抱起来：“你能不能别老为别人着想了？算了，洗把脸，我们去找夫子了。”他叮嘱阿离：“等下见到夫子要有皇子的威严和气势，我会站在你旁边，我做动作你就跟着我做，我说一句你就跟着我说一句。”阿离都听漂亮姐姐你的。在官道上，他们截住了夫子。小阿离一把拦在他的前面：“夫子请留步，大庸国开国先皇有令，凡是皇子到了年纪就能来上学堂上学。夫子你不让我上学，是想忤逆先祖的命令吗？”夫子吓得立即给阿离磕头：“臣不敢。”阿离本想好心将夫子扶起来，沈括告诉他：“你乖哈，这是他该给你行的礼，我们继续。我大可以把这些说给父皇听，但是我不想这样做，你明白我的意思？”夫子表示：“老夫会私下送十八皇子你几本书，不够你要在自己职权范围内让我每天能偷偷听几堂课，就算是在偏殿偷听墙角也行。”夫子恭敬地表示：“好。”十八皇子殿下，老夫愿意教你。沈括表示：“不是你愿意教，是我愿意给你这个荣幸，让你成为我的老师。”但阿离觉得这已经够了，便满心欢喜地接受：“谢谢夫子。”夫子你慢走。沈括忍不住叹了一口气，但一想只要阿离开心就好。这时混蛋系统又提醒：“宿主时间要到了。”刚帮阿离获得求学机会，系统就嗖的一声把沈括送回来，搞得沈括连声拜拜都没跟阿离说一声，气得他疯狂捶系统：“你提醒的时机真好了，我让你提醒我你就提前一秒提醒我，你咋不上天呢？”系统还不满的埋怨道：“宿主你要求真多，虽然很想和系统继续吵架，但现在不行，每次用时光机回来之后，时间都会有概率的发生一些细小的偏差，不知道这次的后遗症是什么。”没想到时间回到了原点，大暴君拿起匕首就问道：“华而不实是沈子然送你的？”沈括摆摆手：“是又怎样，反正我也不喜欢，不喜欢你站在这里半天，臣妾正在思考人生。”
生，所以站得久了。那你思考出什么了吗？沈括心想，这男人怎么这么难缠，便只好转移了话题。臣妾在想，这个太监手里是不是藏着些什么？果然，他们从太监身上搜出了一瓶毒药，无色无味，要是下在茶水和饭菜里，银针恐怕也检查不出来。沈括一时有些想不明白，好端端的匕首为什么会变成毒药？而且我的任务到底成功了吗？怎么还有人刺杀楚离？这时系统表示，匕首变成毒药，证明世界线已成功被改变，任务已成功，15天生命值已到账。然而，目前拯救反派暴君任务完成度只有5%，大体情况还是未能彻底改变。就是说，这和沈括上次想改变楚离讨厌猫的情况一样，不能一蹴而就。沈括问道：“皇上打算怎么办？”他敢向朕投毒，那朕就把毒给他自己喂下去。大暴君更是警告他，下次要跟朕下毒，记得要下见血封佛的剧毒，否则根本弄不死朕。拖下去放出风声，朕废除3省，只设立6部的动作不会变，让他们最好识相，别想些有的没的，否则朕一定把人一个个抓出来，全部处死。只见他眼神凌厉，看向了沈括：“爱妃，你怎么知道有人想害朕？”沈括一笑：“我瞎猜的。刚才皇上跟臣妾说话的时候，这个人一直在摸袖子里的东西。”他又回头看向孙公公：“是这样吗？”孙公公表示：“刚才没注意到。”大暴君拔出匕首：“爱妃，你就算看出来，也不应该就朕。朕废3省，其中你父亲的中书省首当其冲。”沈括却告诉他：“皇上八字还没一撇，他还不是我爹。而且废除三省对朝局来说也没什么不好，皇权和王权都会更迭，国家制度为什么不能去其糟粕，改革换新？”虽然沈括不懂朝政，但根据前世学到的历史知识，废三省存6部才是对国家最好的运营。大暴君合上匕首：“好一个改革换新！你是第一个跟朕这样说话的人。旁人都说朕数典忘祖，连死了都要下地狱。可惜朕不在乎，朕只想自己过得舒坦。爱妃连理由和借口都帮朕想好了，朕该怎么奖励你？不如这把匕首朕就送你了。”沈括尴尬地抠出30一听：“皇上，这匕首本来就是臣妾的，匕首是沈子然送给我的，怎么就成你的了？”大暴君一想，爱妃说的也是，直接不想还了。沈括赶紧从他手里抢过来：“皇上一言既出，驷马难追。既然是您送给臣妾的，臣妾很喜欢，谢谢皇上。”然后一溜烟就赶紧告退。大暴君心里有些无语，但眼神已经柔和了。在阳光与树影的映衬下，楚离的脸庞更好看了。这一刻好像他不是暴君，而只是个翩翩少年郎。更多后续内容，点击评论区置顶评论。沈括忍不住庆幸，还好自己溜得快，不然大暴君又要搞出点东西出来整他。谁知道怕什么骗来什么，背后的令妃不疾不徐地叫住了他：“云妃妹妹跑得这么快，可是出了什么急事？”“云妃妹妹，不如和我说说，看姐姐帮你分担分担。”没想到出来走走还能遇上沈括。自从凤印被夺，令妃的心情就一直不好，把碧霞宫能砸的东西都砸了一遍，想着出来找几个不长眼的人收拾一下，哪知道老天会给他送上这样一份大礼，真是不收下都对不起他的一番好意。沈括十分淡定地转过头：“你这就急上了，我要是真被认回神府，你岂不是要急得跺脚？既然如此，我得加快脚步认祖归宗，不能让你失望了。”沈括本来无意去插足神府的事情，结果这个令妃不依不饶，不拿这件事气他一下都说不过去。果然令妃的脸一下就黑了：“上次的事情是我大意了，下次可不会让你和沈子然这样逃过去。沈子然那个吃里扒外的东西，他就是过得太舒坦了，不让他见识见识我的手段，他能一直不知天高地厚？我必须给你们俩一个教训。”沈括直接抽出匕首：“你看不惯我可以对我出手，牵扯帮人算什么本事？”下一秒刀刃就指向了林飞的脖子：“正好我今天收到一把新刀，就用你来开开刃。”顷刻间令飞的脖子被划出一道血，脖间的珍珠项链也随之滚落一地，令飞吓得惨不忍睹，宫女们更是慌乱成一团，一群废物。沈括擦掉刀刃上面的血迹，气场十分渗人：“我还以为你们能有多大的能耐，原来破皮就能让你们方寸大乱。21世纪杀人是犯法，大庸国虽然不至于如此，但沈括也不是真想杀令妃。挥刀者应有雷霆手，但也不要失拈花之心。”沈括一把拍在令妃的肩膀，吓得他整个人精神崩溃：“夏夏，你别生气，气了也没用，下次我下手只会更重。”沈括的心情可算是好多了，直接收起匕首就起驾回宫了。身后的宫女清代忍不住成了他的小迷妹：“这件女人怎么会武功？给我查，并务必把教她武功的人给本宫找出来。”沈括呵呵一笑：“你这辈子都找不到，老娘这身功夫叫格斗，是上辈子摸爬滚打，从各类教练和雇佣兵身上学来。”宫女一整个成了沈括的小迷妹：“娘娘，你刚才好飒呀！”沈括却惋惜地叹了一口气：“撒什么撒，亏了，亏大了。”宫女不理解：“亏什么了？我们今天可是出了口恶气，刚才本宫只想出气，忘记从他身上敲一笔，他那条项链应该值不少钱吧？亏了亏了，意气用事要不得。”宫女的眼睛都快跌在地上：“娘娘，如此值得庆祝的时刻，咱能别只想着钱吗？”御花园里，沈大人一下朝就在早早等着沈括了。沈括左看右看都没发现沈子然，奇怪，为何不见沈子然等我，而是沈大人在御花园？他便开口问道：“沈大人，今天怎么在御花园里闲逛？”沈萧却表示：“微臣在等娘娘。”只见他笑得一脸慈父：“微臣就是想看看娘娘，碍身份，他想见闺女不容易，见不着就算了，偏偏沈子然还一天一句关于妹妹的事，他心里别提有多酸了。今天一早气得他找借口抽的那臭小子一顿，强行把他关在家中，抢来机会代替他进宫，这才有一家之主的风范。”见到女儿，沈大人笑得一脸幸福。沈括担心地问：“沈子然呢？”沈大人谎话张口就来：“他昨天和其他几个混小子玩到彻夜不归，伤风感冒了。”沈括担忧：“他没事吧？可以请大夫？”搞得沈大人一下就好低落：“我怎么没多抽那臭小子几棍子呢？把我家闺女的注意力全抢走了，就算是亲儿子我也嫌弃。”沈大人说到：“他没事。娘娘，我听说你拜托了他一件事。”“是有这么一回事？”沈子然跟你说了？“那倒没有，都是他自己猜的。他的几个儿子常年不归家，哪会主动关心府中人员走动的问题？”沈笑一猜就猜到沈子然幕后有能把最调皮的小儿子管得服服帖帖，让他心甘情愿帮忙干活的人只有沈括了。沈括点点头：“原来如此，本宫在宫里听见一些小道消息，就让他多加留意。所以为什么还在聊沈子然？真想把和我抢闺女的臭小子踢出族。”说的久了，两人坐了下来。沈括给沈大人倒了一杯茶，沈大人正好口有点干，这可是女儿递过来的茶，他直接一口闷了，随后又有些不好意思：“是不是我太啰嗦了？”“没有，不啰嗦。沈大人这几日可有找到可疑人选？”“娘娘提出的计划很好，这几天虽然没有实质性证据到底指向何人，但已经有几个人因为娘娘的计划减少对神府的走。微臣心里已经有了人选。突然身边的太监来告诉他，
沈大人中书省有请，就中书省事儿多，打扰我跟闺女好不容易的相处。沈大人眼里满是低落，沈括告诉他，沈大人有事可以差人去我宫里找我，好娘娘在后宫需明哲保身，不要再为了我们去打听皇上废除三省的消息。上次微臣想下达命令给礼部，让他们不要年年给皇上办寿宴，可这命令就是传不下去。大庸国传承百年，三省六部的制度早已不符合现在的国情，皇上决意废三省是好事，皇上没有传闻中的那么不堪，不堪的只是人心贪恋，不愿意放下手里的权柄。沈括有些意外，他们的看法竟不谋而合。一夕之间，沈括是沈家嫡女的事传遍了满宫，因为沈大人在御花园和云妃密谈，妃子们更加相信了他们是亲父女，但他们随之又对令妃满是奚落，令妃平时那么嚣张，不知道那边是什么情况。想到这里，他们便联合起来去碧霞宫看行。此时的令妃还在床上睡着，妃子们十分嚣张地闯进了她的卧室，每句话里都带着刺耳。令妃娘娘可要按时吃药，多保重身体，可不要被云妃气坏了您的千金之躯。时间不早，我们不叨扰您了。告辞，令妃强忍着装睡，没有发怒。但几位妃子一走，她就发疯一般打翻了药碗，咒骂道：“混账！前几天沈括耀武扬威，气得她在碧霞宫喝了几天的药，现在其他妃嫔还敢还来她面前晃悠叹息，更是把她气得不轻。嬷嬷，我们不能再等了，再继续等下去，沈括被认回沈家，到时候哪还有她的容身之地？不管是沈子然还是沈萧，他们就像被沈括灌了迷魂汤一样。”想到这里，令妃就更加恼怒了。沈括那个穷酸女人看沈家这么有钱，一定会眼巴巴不放手，一定是跟沈萧说了这几年他过得有多惨，所以他们才会一个又一个离开我。嬷嬷对他满是心疼，娘娘您冷静一点，我是看着娘娘您长大了，我一定会站在您这边。娘娘您的计划接连失败，还失去了凤仪，不可再轻举妄动了。我听孙公公身边的眼线说，孙公公对云妃的态度很不一样。令妃现在这个不理智的脑子，竟然以为沈括买通了孙公公，但孙公公是皇上身边的人，暂时还不能得罪。冷静下来后，令妃觉得接下来的计划不能从沈括开始，她便把主意放在了沈家身上。她要先让沈家倒下，她得不到的东西，她也不会让沈括得到。只见他眼神凶狠，前朝因为皇上要废除三省，已经有好些官员被杀了，下一个就选沈萧如何？嬷嬷一下子就迟疑了，沈大人毕竟是娘娘你名义上的父亲，真的要这样做吗？结果令妃却咆哮，他不仁我不义，沈萧都不顾前面跑去见沈括那贱女，他有想过我的感受吗？以后沈家还有其他人反案，我都不会放过他们。嬷嬷你只要照我说的去做就行。如今的他已经彻底疯魔，不管是沈萧还是沈子然不喜欢他，要选择沈括的，他通通都要毁掉。没想到令妃行动如此之快，刚过午后，前朝勤政殿就发生了一件大事。御史台指责中书令沈萧结党营私卖官鬻爵，四处搜官民脂民膏，数位官员联合请命，列举了桩桩件件的罪证，足以砍下沈萧的头颅抄家流放。听到此处，云妃脸上特别愕然，手里的荔枝一下就不香了。沈大人昨天才给他送的淮南荔枝，告诉他计划进行得很顺利，怎么今天就被抓了？宫女立即安慰娘娘别担心，皇上被御史台指挥他做事激怒，一时半会儿还不会杀沈大人。沈大人目前暂时被收押至刑部候审。听到刑部沈括立即命人去找齐贵人，他父亲是刑部侍郎，能帮得上忙，别找了，我已经来了。要我说亲生女儿就是跟捡来的不同，刚才我路过碧霞宫的时候，发现那里就跟没事似的，比你这平静多了。沈括慌忙起身，想要得知沈大人在牢里的情况。齐贵人表示他在牢里一切都好，没人给他用刑，也没人敢这样做。他拉起沈括的手，让他稍安勿躁。沈家是百年名门望族，根系庞大，错综复杂，只要皇上没有要杀沈大人的意思，就不会有性命之忧。有时候看皇上行事雷厉风行，长得又好看，齐贵人这颗心呀，总是忍不住对他扑通扑通的跳。感情这姐妹还是个恋爱脑的。沈括仔细思索起来，或许皇上他本就无意杀沈萧，沈萧是他提拔在身边的近臣，沈萧懂楚离的政略，楚离也用他用的顺手，而且沈萧对楚离下令要废除三省的态度是何其赞同。齐贵人的爹是刑部侍郎，官位在外面不大，但在刑部却能说上话。他问沈括有没有话需要他带给沈大人，沈括摇了摇头，表示没有。不过你能安排人进去看他吗？吓得齐贵人这汗毛都竖起来。安排谁？你不会想自己偷溜出宫，亲自去看他吧？如果被发现妃子擅自出宫，可是要被杀头。沈括悄悄告诉他，不是我，是沈子然。沈萧突然被抓，肯定还有很多事情没来得及防范准备，让沈子然去见沈萧一面对他有好处。齐贵人盯着沈括的脸出了神，沈括立即担心地说，要是你为难就算了。齐贵人摇头，不是不可以，你说我只要一提起你是沈家嫡女的事你就跟我急，现在沈家出事，你想的又比旁人不知道多多少，连这种芝麻大的消息都帮他们考虑到了，你到底对沈家怎么想的？沈括目光躲闪，他也不知道，他就是不希望他们中任何一个人出事，他们对他都很好。齐贵人拍拍他的手，放宽心，我们早就是同一条船上的蚂蚱，你都求到这里了，身为姐妹怎么会不帮你呢？我会差人去跟沈子然接头，安排他进刑部大牢见沈萧的。沈括感动地向他说谢谢，这才是好姐妹吧，有难会全力为对方着想。随后沈括吩咐宫女派人死死盯着碧霞宫，沈府出事他怕令妃会坐不住。好家伙，令妃居然跪到了盘龙殿前，说是要为沈大人向皇上求情。沈括那一刻人都傻了，沈萧的脑袋现在还时时刻刻悬在铡刀之下，楚离本就因为御史台逼他杀人，脾气坏到了极点，这个时候令妃跳出来表演父女情深，是生怕楚离不杀他吗？那个混账令妃现在哪？回娘娘的话还在盘龙殿门口，奴婢本想派人拦，结果没拦住。只见沈括拿起匕首就往外走，不怪你，像他这种级别的白莲花得本宫亲自收拾。孙公公为大暴君端来一杯茶，专门命人加了上等菊花清，大暴君却烦躁不堪，现在在外面为沈萧求情的人是谁？回皇上是令妃为父亲求情。大暴君一声冷笑，求情让他进来，结果外面却十分吵闹。孙公公走到门口一看，令妃和云妃居然打起来，只见两个人衣服也乱了，头发也乱了。孙公公在一边根本劝不住，实在不知如何是好。只见云妃大声指责，你还好意思说？本宫得到小道消息之前，传出本宫和人有染的谣言就是你。大暴君走到门口，脸上露出了久违的笑容，有意思，女人打架实在太有意思。云妃表示今天非要跟令妃鱼死网破不可，令妃当然不会承认，本宫没有，你不要血口喷人，凡事要讲究证据。说着就向云妃狠狠捅了一拳，云妃一把拽住她的手，
证据，你自己做的事，你心里没点数吗？他直接一个扫堂腿，将林飞狠狠摔在了地上。本宫以为你好歹是后宫之主，不会做出如此下作的事情，没想到你根本没有下心。对哦，瞧我这记性，又忘记你现在可不是执掌凤印的后宫之主，你跟我一样，只是普通的不能再普通的妃子。这话一下子就戳到了令妃的痛处，她最在意的就是此事，毫不犹豫直接拿起掉在地上的簪子，刺向了云飞的肩膀。差时间，鲜血喷涌而出，沈括娇弱的倒在大暴君怀里，一脸楚楚可怜。皇上，令妃一眼不如就要杀了臣妾，请皇上为臣妾做主。事到如今，大暴君才不听令妃如何解释。只见他眼神凌冽，冒着杀气。够了，令妃蛮横无状，出手伤人，即使贬为三品昭仪，闭门思过。现在给我滚！令妃瘫倒在地上那一刻，整个世界都塌了。令妃被大暴君贬为昭仪，沈括心里简直爽翻天。以后令妃见了他都得弯腰行礼了。沈括笑得张扬，大暴君一个眼神瞄过去，爱妃装模作样的演技还有待提高。说着便转身离去。沈括还想说些什么，但他的确有算过角度，而且令妃也就那么点力气，没扎多深。算了，沈括，别那么脸大，他才不会因为你受伤才生气呢。肯定是令妃哪有惹他不开心了。傍晚，沈子然十分着急的来了倚香宫，他听说妹妹和令妃打架，心里又着急又上火。沈括表示自己没事，就是被令妃揪掉了几根头发，他还不至于能伤了我。倒是你不进宫就跑来看我，不去看令妃吗？沈子然反问，我为什么要去看他？从小我和他不亲近，他和我也不亲近。看见沈括，他才知道原来妹妹该是他这样。可当一坐下，他就心情郁闷。可是我救不了爹，也保护不好你，难道我真的要跟父亲安排的一样，去朝中争一份权势，这样才能保护好我想要保护的人吗？沈括不禁露出了欣慰的表情。要都像你这么想，我岂不是也要争争那个皇后之位？这样一来，才有足够的权力和前朝对抗。沈子然立刻紧张的表示不要，别去做你不喜欢的事。沈括也说道，所以你也不要做你不喜欢的事。朝中有文官就会有武将，有白色就会有黑色，二者缺一不可。文官就是武将平乱，谁也不知道未来会有怎样的动乱，现在只是没到时候，看开点，别想太多。你不比任何人差，有很多甚至比不上你。对了，你这次去刑部大牢，沈大人跟你说了什么没有？沈子然摇头，他问了爹要怎样才能走，爹说不用救，皇上想杀他自然会杀，不想杀不管外面闹成怎样都不会杀。沈萧很相信楚离，不管外界纷扰都相信楚离才是他值得追随的英明君主。话是这么说，可总得有个理由让他出来。楚离就算能以一己之力独断朝纲，可想放他出来也得有个理由，不然他就算放了，沈萧身上的污点也不能消除，还会越来越深，被骂之手遮天玩弄朝政。沈括说道，我有个办法，但需要你去传信。好，你说。好家伙，沈括居然还有一个富甲一方的首富哥哥。为了父亲，第二天一早他就出现在了勤政殿，大臣们一看到他都惊呆了。男人立即发问，怎么这诸位一别两年未见，你们不认识我？只见男人气质优雅，手指上戴满了各种宝石戒指，彰显着他不俗的金钱地位。他是江如燕，沈萧第三子，从母姓继承天下首富江家家业，人称大庸财神爷。大臣们纷纷窃窃私语，沈家三公子，他不是还在江南吗？他怎么突然会回来了？江如燕一眼瞥过去，我可想念你们了，想念得紧。两位大人顿时感觉一阵恶寒。大暴君见到他开口就问，东西带来了吗？江如燕嘴角一抽，微微我好歹刚回来，就直接开口要钱。这股财迷劲我以前怎么没发现？学谁的？他直接吩咐几个小厮把箱子抬进来。箱子打开的那一瞬间，里面那金闪闪的元宝简直招人喜欢的很。大暴君一眼就看出多了，你有事求朕。只见男人一甩衣袍，优雅的跪下。草民在外久未归家，前些日子收到舍弟来信，说是家中遭难，父亲因为结党营私卖官鬻爵锒铛入狱，这才从外面匆匆赶回，搬来了几箱金子。然后他冲那几位大人瞪过去，那几位大人一下子就冒冷汗。不知诸位大人是否对江南江家财力有所误解？我江家世代经商，即使王朝更迭也屹立不倒。草民不才，却也算有几分行商天赋。接手江家家业后，好歹也将之前的积蓄算是翻了几倍。我父亲还不至于为了底下孝敬他的几个臭钱，就做出这种吃力不讨好的事。有这精力，还不如去丈母娘家蹭顿饭来的实在。怎么你们不信？诸位大人纷纷沉默寡。然后江如燕一挥衣袖，霸气回怼，江家的钱把你们几个全砸死也出黑我，果真那财宝是可以闪瞎人眼的成分。所以皇上，此事之中另有隐情，草民恳请皇上先把我爹从牢里放出来，他老人家身子骨不好，又一大把年纪，受不了牢房的湿冷阴寒，这些都愿意无偿献出，算是草民敬畏天子的一番心意。江如燕眯起眼睛一笑，场面话说完差不多得了。大暴君沉默片刻，嘴角一笑，沈三公子言之有理。随后一挥衣袖，命三司加快合议审理，及时释放沈清，回府听候发落。当江如燕得知沈括是自己的亲妹妹，她一下子就急了，连忙质问沈子然，你和爹怎么回事？连个妹妹都骗不回家。就在刚刚，他从勤政殿一下朝，沈子然就迫不及待地说要给他一个惊喜，拉着他就来了御花园。只见远处坐着一个美女，回过头来缓缓问道：“你就是沈家三子江如燕？”正是沈括那惊鸿一瞥，让兄弟两个看呆了眼。江如燕连忙喝声道：“妹妹。”但他随之又扭过头，不对啊，令妃不长这样，怎么回事？沈子然着急忙慌给他解释一通，江如燕更加不解了，既然真的找回来了，为什么不把假的身份公布天下？沈子然脸上尴尬的一批，爹那边似乎还念着旧情，你也知道他性格不是赶尽杀绝之人，而且姥姥很喜欢令妃，这一下子就让江如燕气急败坏，你懂什么？姥姥喜欢的人是娘的女儿，令妃又是一个冒牌货，沈家养了他几年，又捧他一手进入宫中执掌凤印，已经算仁至义尽了，难怪他之前要死要活。不惜把姥姥气病也要嫁进宫，原来是为自己谋求第二条出路，保住他的荣华富贵。短短几句话就发现了重点，这大庸财神爷果真不简单。沈括对他们说道：“坐吧，别站着说话。”江如燕刚要开心地喊出一声妹妹，沈子然急忙拦住他：“三哥，妹妹现在还没有任务，你别惹她不高兴。”这话不说还好，一说直接把江如燕气炸锅，他整个人都写满了要吃人的样子。没认，你和爹怎么回事？连个妹妹都骗不回家，妹妹这么漂亮，不赶紧带回去，万一被人叼走了怎么办？已经被人叼走了。沈子然尽量压低他的语调，他现在是云妃，后宫里封号最高的女人。
江如燕脸上写满了愤愤不平。不行，天杀狗皇帝刚才在勤政殿装的一副高深莫测的样子，骗老子钱。沈子然见状赶紧捂住他的嘴，三哥你不要命，居然敢在宫里出言不逊，还自称老子。沈括又催促了一遍，你们怎么还不过来，两人才乖乖坐了下来。江如燕一坐下就直接表示，我沿途经商的时候在海外见过一种假死药，妹妹你要不如炸死，让哥哥带你出去，离开皇宫从此逍遥快活。沈括叹了一口气，江公子我不是你妹妹。江如燕直接截了他的话，囡囡，我的建议希望考虑一下，等你出宫我一定帮你找来全天下最好看的男人养在你府里，每天不用老对这一张臭脸。沈括着急捂上他的嘴，江公子你快别说了，重头戏来了。江如燕直接豪气掏出一打钞票，初次见面只能送些金银俗物给囡囡当礼，下次等我好好准备补你一份更有心意的。沈括那小财迷直接两眼放光，虽然嘴上说着初次见面这怎么好意思，但还是赶紧塞入了自己的口。由于沈括和江如燕的一顿操作猛撸，沈萧名正言顺得到了三司会审，得以脱离天牢，暂被软禁在府里闭门思过。沈府被禁卫军里三层外三层围了一圈，热闹的朱雀大街都变得人烟寂寥。然而皇上身边的刘统领居然在他们府门口，禁卫军向来负责保卫皇上的安全，柳素居然会出现在这儿。刘统领直接表示，沈大人离开刑部天牢会有危险，皇上派他来看守神父。另外传皇上口谕，费力三省迫在眉睫，下次若再被人拿捏把柄告到他面前，朕对废物绝不容情，钦此。转达完皇上的话，他就直接出去巡视了。江如燕不解地问，爹他都把你女儿娶了，你不生气吗？沈萧表示一码归一码，此时他自然生气，可这次遭难要不是有皇上一力帮我们扛着压力，或许不等你回来我人头已经被砍了，皇上这几天肯定被炒红了。骂沈家一句废物也确实没办法反驳，世人都说皇上暴力无状，他自己也是张口闭口说不在乎大英江山，可我们都知道事实并非如此，皇上有心结他自己解不开，我们也进不去。江如燕也很惋惜，那也是先帝做的孽，算了不聊那个了，今天我进宫看见妹妹了，一说起妹妹这个老爹就两眼放光，立马担心女儿在宫里过得如何，可有因自己的事受到牵连，既然你那么在乎为什么不告诉世人他才是我们沈府的嫡子，他何尝不想认沈括，可也要沈括先同意。江如燕直接批评父亲，你什么也不做人家怎么同意，要我说你立马把令妃那个吃里扒外的蠢货移出府，让他有多远滚多远，把家里打扫干净才好把妹妹带回来。他直接跟父亲说明，令妃是个手段阴险的，他居然在您被关进牢里随时会被砍头的节骨眼上去跟皇上向您求情，若皇上是昏君一刀把你砍我都没办法给您收尸。听到这里沈大人被惊出了冷汗，还好当时妹妹跟令妃闹了一顿，否则也不用等我回京救您，您也被令妃害得砍了。我还得到消息，那次令妃可是拿着簪子扎伤了妹妹的肩膀，妹妹隐瞒了四弟那个傻大哥，但却瞒不过我。江如燕一脸认真地问，爹家人是什么？你小时候不是一直叮嘱我们是保护吗？不管有没有所谓的证据证明妹妹的身份，不管外界怎么想，我想我们都应该做到我们该做到的。父亲当即表示好，等我思过期满，就堂堂正正向世人宣布沈家的嫡女另有其人。江如燕这个腹黑男眯起眼睛微微一笑，不，爹您不用等，现在宣布效果更好，您正落难呢，不好好利用一下妹妹的同情心怎么可以？为了认回女儿，第二天沈大人居然一大早就坐在大门喝酒，很快大门口就围了一堆人，有人不解地问，沈大人那不是女儿出嫁喝的酒吗？你女儿早就嫁人了呀。沈大人便故意装出了几分伤心，是啊，我女儿嫁人了，想我沈萧好不容易找回亲生的女，结果发现她居然嫁人了，真乃人间惨剧，惨不忍睹，睹物思人，人去楼空。好吧，原来这个爹是要卖惨了。众人瞪大了吃瓜的双眼，好不容易找回来的亲生女儿，宫中令妃不是您的亲生女儿吗？沈大人您怕不是喝醉了吧？沈大人是表现得十分落寞，她若是我亲女儿，本官又何必在这里喝闷酒。众人纷纷给他出主意，依照你们沈家的地位完全可以让对方入赘啊。民众们一致表示是，能入赘做沈府女婿一般人可盼不来呢，还能把女儿留在身边时时看顾保护呀，对吗？毕竟女儿是亲生的，女婿只是送来的嘛。沈大人立即表示，各位慎言，本官的亲生女儿乃是当头的云妃娘娘。这好消息众人觉得十分炸裂，这个爹下一秒又嘤嘤嘤地哭了起来，卖惨还得是你，本官我实在是羞愧，虽说嫁进宫中侍候皇上是上辈子修来的，但是为人父母，我家又是三代只有这一个闺女，就这样嫁入了宫中，一年见不到几年。众人感到惊讶无比，宫中的令妃居然不是沈大人的亲生女儿，这不帮别人养了十几年的女儿，而真正的亲生女儿也嫁进了宫中，还来不及享受一下天伦之乐，就被一道宫门隔绝了探望，多惨啊！众人纷纷同情起沈大人的遭遇，随之对看门的刘统领怒目而视，纷纷为沈大人抱不平。看守沈府的刘统领只觉得无语，好大的无妄之灾呀！沈萧擦干眼泪，让各位见笑了。今天这些女儿红见者有，大家一起来喝吧。在座的每个人无一不夸赞沈大人的酒真香，然后他又分给了柳统领一碗酒，柳统领直接拒绝，表示喝酒误事，当值期间不能饮酒。随后又迎来了民众们一片骂声，好不容易找回的女儿困在深宫就算了，连沈大人都要困着，那皇上干的是什么事儿啊？这些当差的也是非要拦着人家，柳统领都要哭了，原来我们禁卫军除了杀人看门之外还得替皇上背锅扛事，背后的大暴君忍不住打了个暗停。过了一会儿禁卫军就告诉他，今早沈大人于自宅大门喝酒，引来路人围观，并公然说自己的亲生女儿不是令妃娘娘而是云飞，说罢还分酒来听他说话的路人喝，公公被吓得直冒冷汗。然而大暴君嘴角却有一丝藏不住的笑，这是个好消息，你们去替朕也讨一坛子酒，叫上云飞来陪朕同享，看来大暴君也要作妖了。
沈大人公开承认沈阔是自己的亲生女儿，满宫都炸了。祺贵人首当其冲跑来了沈阔宫里面对面吃瓜，在他看来这是好事，还非常认真的劝沈阔，你看你也不讨厌他们，还费尽心思的帮他们，他们也盼着你早点回家，岂不是两全其美，皆大欢喜？沈阔的心里依旧还是有犹豫。祺贵人表示管他真的假的，就算他们认错人，之前不也照样把令妃捧到了后宫之主的位置吗？沈家是念旧情的，不是多情。这时候丫鬟表示，云妃娘娘皇上召您至盘龙殿小叙，刚刚还如花似玉的人一瞬间就枯萎了。祺贵人也爱莫能助，大暴君先是对沈阔表现出了关心，爱妃肩膀上的伤口好些了，沈阔点头好多了，令妃也就那么点力气，没扎多深。随后沈离赐给他一杯酒，他一饮而兴，倒是没尝出什么味道。他不爱饮酒，酒量也差，所以酒在他嘴里都是一个味。大暴君脱口而出是女儿，沈阔那一瞬间就怔住了。大庸国有风俗，凡家中有女子出生，父亲都会在他满月之际存一坛酒入地窖中封，再到女儿出嫁时拿出来招待客人。可以说这种酒承载了父亲对女孩到来的期待和浓浓的眷恋。说到这里，大暴君脸上没有了表情，看来朕的这位岳父对朕很不满。沈阔赶紧摇头表示不是，沈大人一定不是这么想，他只是一时感慨一下罢了。爱妃怎知他的心事？你承认自己是他的女儿？沈阔结巴了两下也没有说出口。大暴君当即表示，爱妃不用为难，朕派人去沈府把沈萧送回刑部大牢，朕看他就是吃得太饱闲得慌，得用刑部的刑具好好招待他一顿。沈阔连忙表示不是，还请皇上开恩，家父他只是一时太高兴，好不容易找回臣妾，不知道该怎么表达，所以这才做了一些让皇上不悦的事，那绝对不是他的本，还请皇上恕罪。沈阔终于认下了自己身份，当他意识过来的时候，脸上不自觉的害羞。大暴君却满意的盯着他，目光柔和，像是很满意沈阔的回答。沈阔终于承认了自己是沈家女儿的身份。他刚走出盘龙殿门口，就看到身为御林军的沈子然哭了。沈阔还以为是有人欺负他，沈子然探出头表示他有内力加持，刚才沈阔和皇上说的话他都听到了。这下沈阔总算知道禁卫军为什么是天子禁卫了，就凭他们一个个的内力功夫，不知道能听见多少墙角，不放在眼皮子底下时时刻刻看管，怎么可能睡得安心？沈阔十分落寞的越过沈子然，沈子然不经意间叫了他一声囡囡，见妹妹没有反应，他直接拉住他的手喊出了妹妹。沈阔一下子就好害羞，你先松开我，你现在还在当差呢，哥有事过会再说。沈子然无比激动，你刚才叫我什么？沈阔大方回应我说哥。那一刻沈子然一整个心花怒放，这可是妹妹叫的第一声哥哥，他真是太高兴了，直接来了一个拥抱。然而这边大暴君也从宫殿里走出来，刚好看到沈阔被哥哥抱起举高高的云，公公满脸欢喜，多么美好的画面呢、啊！云妃娘娘终于和家人团聚相认了，这些都是多亏了皇上。大暴君却吃醋的扭过头哼了一声，跟朕有什么关系？朕是想这出戏能唱得更有趣一些而已。可他背后攥紧的拳头早已说明他吃醋。沈子然，你当差时间抱着朕的宫妃想做什么？沈子然赶紧反应过来，向皇上自己表示没忍住，不是故意的。大暴君那冷漠的眼神写着他生气，肯定要找麻烦，不是故意的。朕看你是蓄谋已久，来人把他带下去，以后不用他守大门了，去给朕刷茅厕。朕看你一身臭味怎么去报应？该说不说，这大暴君有时候幼稚了。沈子然赶紧向大暴君求饶，皇上你还是打我板子。沈阔还想为哥哥求情，然而另外一位哥哥却突然出声，皇上务必用力一些。只看江如燕满眼冒着怒，可恶，我安排好了府里的事务就立马进宫，就想听到妹妹第一个喊我哥，结果被这臭小子捷足先登了。只看沈子然一副憨憨样，三哥你还是我亲三哥吗？不是，跟我抢妹妹的都是敌人。随后江如燕赶紧冲到妹妹面前，妹妹你别管他，你年纪最小是被我们宠着的命，本来今天我带了别的见面礼给你，可是进宫的时候被侍卫拦住，只能拿这些给你，你不要嫌弃。说着将十个手指上的宝石戒指全都赠予了沈阔，沈阔那小财迷样当然是全都收下了。妹妹你还有什么其他想要的？我下次带给你。看得大暴君心里的火蹭蹭往上升，一声狂怒来人了，把沈子然和沈三公子江如燕一起拖下去打板。公公在一边吓得冷汗直流，皇上息怒啊，真女儿被认回家，令妃这个假女儿心生怨怼。作为哥哥的江如燕直接霸气警告，少生事，要不然他会把令妃彻底清除族谱，剥去她的沈姓，让她从哪来滚哪去。沈阔被认回沈府本是皆大欢喜的事，然而令妃心里却生了怨气。就在刚刚，她把所有的怒气都撒在了宫女身上，对着宫女又是鞭打又是脚踢，嘴里还一直埋怨家人地位权力，本宫现在什么也没有了，怪我心软才留下今天的祸根。沈阔她的命太硬了，嬷嬷立即告诉她，娘娘快停手，沈三公子来了。令妃还是恶狠狠甩了宫女一边，让宫女滚出去。她忍着怒气重新整理好服装去见三哥哥。令妃知道她这位三哥哥太过精明，一点也不好糊弄。令妃从前就不太愿意跟他相处，总感觉哥哥会洞悉她的想法。江如燕一如往日优雅风采，连喝茶都显得气定神闲。只见令妃出来一脸假惺惺的笑，假装欢迎哥哥。然而这一切都逃不过江如燕的眼睛，你宫里连茶叶都是千金一两，皇上都未必能天天喝上这壶太平红。令妃知道是哥哥们疼她，有什么好东西都想着送给她，所以有他们的宠爱，碧霞宫的吃穿用度当然都是最好的。说着令妃直接转移话题，如今云妃妹妹回来了，往后碧霞宫的东西她都会差人送一半去倚仙宫。江如燕可不相信令妃有这份好心，令妃仍是一副假惺惺的姿态，表示从今往后她就和沈阔是亲姐妹。江如燕直接拆穿她，那你为什么要在爹最危险的时候推波助澜？要爹死的。令妃怔了怔，回过神来后立即表示自己听不懂。江如燕奋力甩开她的手，沈家家风一向清正，就算令妃不是沈家的亲生女子，沈家也养了她十八年。她用凶狠的目光瞪上令妃，怎么会养出你这个吃里扒外阴险狡诈之徒？爹和四弟很少接触女子，他们看不明白，不代表我看不明白，你的心思休想拦住我。看在姥姥疼你的份上，我最后再警告你一遍，要是你再生出不该有的心思，别逼我把你彻底请出族谱，剥去你的沈姓，让你从哪来滚哪去。随后江如燕一把推倒令妃，你好自为之，从今以后你这里的吃穿用度你自己想办法，我不会再给你钱，你实在太让我失望了。蛇蝎都不会害养育十八年的父亲，何况你长了颗人心。可惜江如燕话都说到这份上，依然点不醒令妃，她只觉得是人家不仁不义假慈悲在先，现在还怪她反击。她发誓会让沈家知道她的厉害，下次她只会下手更重，让他们明白她比沈阔那个废物厉害千百倍，为他们选择沈阔抛弃她的后悔。
大暴君正式废除三省，为他引来灾祸，已经受到了好几次刺杀，就连沈括都被牵连。那天沈大人主动提出让大暴君废除三省，陈愿意身先士卒，还请皇上废除陈的中书令职位，在朝所有大臣一片哗然。大暴君让他再三确认，沈清你可想清楚了，微臣想得很清楚，新政改革需要一把刀来和过往分割，微臣愿意做那秉吏人，为大庸国谋一个光辉灿烂的未来。大暴君脸上一笑，想不到沈清如此爱民。沈大人表示废除三省是陛下的提议，他只是向世人传达陛下的旨意。大暴君眼色一暗，颇有些怒意，爱卿慎言，朕不过是嫌弃你们阻碍朕杀人的效率罢了。沈大人便立即改口，就当微臣刚刚找回小女，想要为后辈们做些事。大暴君笑了，爱卿爱女心切，朕准做。大臣们止不住的冒冷汗，能和皇上这样互扣高帽，真不愧是沈大人。有沈大人的身先士卒，楚离动起手来少了很多顾忌。中书省、文下省、尚书省宣布正式废除，这项延续千百年的王朝制度在楚离手中宣布作废。前朝一片骂声，听说盘龙殿那边也已经受到了好几次刺杀，现在盘龙殿里端出来的尸体全部都是行刺失败的，就连沈括都被牵连。好在沈括随身带着沈子然送他的匕首。本宫不明白，你为什么要来杀我？杀我有用吗？本宫又不能改变皇上的作风。刺客说道：“可你爹支持他，要不是有他临阵倒戈，主人的计划又怎么会失败？”刺客显然没有想到，看起来柔柔弱弱的沈括动起手来一点也不好。何况皇上还很宠你，后宫几次因你生乱，你都安然无恙，地位甚至还越来越稳固。杀了你，他该心疼了吧？美人死了总该疼惜吧？沈括是唯一一个能在楚离刀下活命的人，对他的意义肯定不一样。沈括听完刺客的解释，只觉得很无语。他们到底哪只眼睛看见楚离对他不一样？他明明是个抠门的暴君啊！他永远不会忘记，他堂堂一个皇帝，居然跟他抢三个铜板。你们刺客眼睛不止一般的瞎。沈括用一种你是智障吗的表情盯着刺客，刺客则是用你是傻逼吗的眼神望着他。两人深情对视，直到系统不得不提醒他：不好意思，打扰你们，我浓我浓，但我不得不提醒你，宿主你的生命值快见底了。沈括直接被吓出感叹号，沈括的生命值居然快见底，系统不得不催促他。宿主请抓紧时间去触发时光机，进行时光回溯任务，赚取生命值。沈括抬头看了眼天色，外面已经黑了，他实在不知道这个时候怎么去找楚离刷生命值，所以将视线转移到了那个刺客身上。刺客觉得现在的自己就是一块肥肉，解了沈括燃眉之急，怎么回事？为什么沈括成了刀俎，而他堂堂一个刺客居然成为了鱼肉？士可杀不可辱，闭嘴吧你。沈括怕他坏了自己的大事，干脆抬手把他敲晕，随后他就想到了刷生命值的办法，一副楚楚可怜的样子就来找大暴君卖惨。皇上有刺客要杀臣妾，他直接滴溜起刺客的后衣领，宛如提鸡仔一般提到了大暴君眼前，还表示可吓人了。这好家伙，大暴君看了都忍不住替他尴尬，一旁的公公为他比了个大拇指，娘娘您真猛，单手提起一个成人壮汉，牛。沈括满心满眼都是任务和装可怜示弱，忘记自己的人设是柔弱的白月光替身，见状迅速撒手，像个知错能改的好宝宝一样。好可怕呀，皇上，他吓到臣妾了。皇上，臣妾因为您被牵连险遭杀害，您不会不管臣妾吧？大暴君有些动怒，你想怎样？皇上您头疼不疼？要不要臣妾帮您唱歌？大暴君表示不用。那您一会想要做什么？臣妾帮您一起做。大暴君玩味的看着他，帮朕一起做，等会儿朕不管做什么你都帮着一起做。对的皇上，好，朕要沐浴洗漱，你跟着帮着一起洗吧。反应过来的沈括立即羞红了脸，这大可不必，爱妃不是说不管朕做什么都帮朕吗？那还你还不快进来？不等他拒绝，就已经被孙公公请进里面。那一刻沈括想死的心都有了，这闹哪出啊，我现在圆润的滚还来得及吗？事情怎么就发展成了帮大暴君洗澡？沈括现在麻溜的滚还来得及吗？不等他反应过来，公公直接递给他一桶热水，娘娘就在这里给皇上滴热水吧。沈括满脸问号，什么意思？这是几个意思？恰好这个时候，楚离已经脱了龙袍，只留了一件中衣走过来，正打算绕过屏风进去沐浴，看见沈括的表情，玩心四起。怎么爱妃想和朕一同共浴？不，我不想。是吗？朕刚才见爱妃的表情很失望，还以为爱妃是个狂野的类型。沈括第一次被他戏弄的脸红，根本不敢抬头看他。皇上还是赶紧去沐浴吧。求求你放过我吧，你不要脸，我还要啊！该死的狗男人居然敢取笑我，让你笑让你笑，给你洗我的洗手水。沈括玩洗澡水玩得很尽兴，突然间大暴君悄悄走了出来。等他出现的那一刻，沈括直接脸红心动，声音都结巴了很多。皇上您就好了吗？臣妾还没有给你递热水。大暴君兴致盎然，不知不觉竟然开始撩拨沈括了。爱妃就这么想进来看朕沐浴的样子，给朕加热水。轰的一声，沈括害羞的爆炸，不是，坚决不是，我不想。皇上您既然洗好澡了，臣妾就告退了。他捂着红到发烫的脸，选择落荒而逃，直奔窗户而出。公公满是惊恐，娘娘要去哪里？你不沐浴了？沈括直接害羞的接了，不，我不。娘娘您今天不是要在盘龙殿歇息吗？沈括瞪的眼珠子都快出来，拔高音调，谁跟你说的？本宫没有。公公被他大声说话的样子吓到，很委屈，云妃娘娘不是说自己遇到刺客了吗？皇宫中只有盘龙殿最安全。沈括沉默，大暴君不是每天都被人刺杀吗？前几天他还亲眼见过。公公恭敬地表示，云妃娘娘放心，那些渣仔伤不到皇上一根毫毛，你且安心休息，不会出现任何问题。沈括还在犹豫之际，系统又一次发出生命不足的紧急提醒。沈括想了想自己离死期不远的生命值，在脸皮和狗命中，沈括古代选择了后者，世界上没什么能比活着更重要。然而系统却表示，为了避免看见不可描述之物，本系统先撤了，我的精神将与你同在。把沈括气的那叫一个毛。此时的楚离正半倚在床上，拿着一本书看。沈括见多了他杀人亦或者握着纸笔在奏折上大杀四方的样子，这样正正经经的瞧他看书还是第一次。烛火下他半磕着眼眸，长长的雨结洒下一层投影，暖色的烛火照在他淡漠冷峻的面庞，也没有驱赶他周身的冷意。奢华的寝宫，他盘踞一侧，好似和周遭一切都格格不入。察觉到有人在看他，楚离开口发问：
你怎么还没走？沈括茫然，不是皇上叫我留下来的吗？大暴君直接让他回以襄宫，并说盘留殿不留女子过夜。沈括生气，凭什么你叫我留就留，叫我走就走？本宫这次偏偏就不走了，什么玩意儿啊？天底下怎么会有这种男人？沈括气呼呼在寝殿里找了一张床，直接开始睡眠。楚离不懂他在气什么，最应该生气的不是自己吗？该死的女人，不要仗着对他有几分情绪就蹬鼻子上脸好吗？知不知道玩物就应该听主人的话？沈括朕让你滚出去！沈括没吭声，你居然敢无视朕！楚离正要给沈括点颜色瞧瞧，结果发现沈括居然睡着了。大暴君愤怒值直接飙升，世界上为什么有人能睡得这么好？他是猪吗？该死的女人，他想一只手将这女人掐死。然而他还是心软，朕看在你对朕还有用，能给朕找乐找乐子的份上，放你一马，下次朕一定杀了你。不知睡了多久，系统紧急提醒沈括，醒醒你，给我醒醒！恭喜宿主，你成功把目标人物气到投级发作。投级发作之后，只要宿主找准时机，就能开启时光机进行时光回溯。看到大暴君阴森恐怖的眼神，沈括整个人都竖起了汗毛，这好像不值得恭喜，都怪这安神香太好闻了。现在继续装睡还来得及吗？愤怒的大暴君直接拆穿了他，既然醒了，你装什么？沈括成功把大暴君气到投级发作，为了活命，他只得乖乖向大暴君认错。皇上，臣妾可以解释，您给臣妾一个机会。爱妃这个时候知道错了，刚才可是凶得很，非得赖在朕这了。讨厌！沈括娇嗔，用小拳拳捶了一下他的胸口。那还不是因为臣妾是狂野的类型，看见皇上把持不住吗？楚离觉得他很好玩，是吗？爱妃现在终于承认你是狂野的类型。沈括一边笑，一边又握拳捶了楚离一下，这次用的力气比刚才大了许多。讨厌！皇上别说的那么直白吗？臣妾会害羞的。满嘴谎话，胡言乱语。奇怪，听了他说的胡话，头似乎没那么痛。沈括咬牙能屈能伸，陛下困吧，臣妾哄你睡。楚离头痛欲裂，痛感就像是无数根钢针插进脑袋，来回割据一样，痛得他睡不着，痛得他想杀人。熟悉的痛感刺入灵魂，楚离就面色不改。朕记得爱妃有一副好歌喉，孙嫔就说你将朕唱睡着过，那臣妾唱歌您睡一会儿。楚离一夜没睡，还被他气了一晚上，等会还要上朝，神人也扛不住啊。沈括为大暴君盖好被子，悠扬的歌声传来，大暴君渐渐进入梦乡。反派时光机启动任务开始，本次用时半个时辰，请宿主在规定时间内完成任务。沈括缓缓睁开眼睛，发现这里全都是身着奇装异服的舞姬。沈括茫然，我家仔仔呢？他不会在这里吧？他还那么小，怎么能让他来这种地方？在系统的提示下，他在偏僻的角落里找到了楚离。这时的小阿离喝醉了，看到漂亮姐姐来了，他好开心，但因为酒醉上头，实在没有体力支撑，只能靠在漂亮姐姐怀里。他对沈括说：“漂亮姐姐，阿离不舒服，你怎么喝酒了？没人告诉你小孩子不能饮酒吗？”小阿离摇头表示没有。无人来朝贡，父皇让皇子作陪，大饮三天，父皇和皇兄都喝了，阿离不能不喝，阿离不喜欢，阿离头好痛，要漂亮姐姐吹水才会好。好好姐姐帮你吹，阿离就不难受了。阿离不懂，他们杀了很多边境的百姓，为什么父皇还要跟他们喝酒？小阿离这时才6岁，可耳濡目染的不是兄弟相残，就是刀兵相向。即使这样，他满脑子装的依然还是那么善恶分明。沈括心疼他，不知不觉中小阿离在他的怀里睡着了。或许只有等阿离坐上那个位置，才会有答案吧。宫殿靡靡之音不绝于耳，实在少儿不宜。沈括便把小阿离带离了这里。阿离也想和漂亮姐姐单独聊聊天。当来到小阿离的住处，沈括呆住了。所以过去这一年，阿离一直就这么住着。阿离却拉拉他的衣袖，没关系，会修的。他的三皇兄就不能让阿离住？也是，在皇宫里找出这么破旧的地方不容易。楚成纪若想继续折磨小阿离，就不会让屋子轻易塌了去。阿离好似更依恋漂亮姐姐了，漂亮姐姐能陪陪阿离吗？别一直走好不好？恍惚间，他突然想起了什么东西，他让沈括等一会儿。他摇摇晃晃地走进屋子里面，过了一会儿，他手里多了一根绳子，他笑得很天真，很天真。阿离不想漂亮姐姐走，阿离想每天漂亮姐姐都陪着阿离。随后他用绳子将沈括的手腕绑了起来。沈括有被小阿离可爱的，我的阿离怎么会这么可爱？跟你计较什么呢？别说你把我绑起来，就说拿笼子把我装起来都行。那一刻，楚离还真动起了真心思。对哦，还能用笼子关起的操作吗？沈括表示时间不早了，姐姐给你唱歌，阿离快睡吧。阿离轻轻点点头。阿离会给漂亮姐姐找笼子，把你装起来，这样你就不会飞走或者消失不见了。他不知道的是，等他睡醒，沈括就已经消失不见了。因为这一秒时间到任务已经结束，下一个场景，沈括就直接穿越回了大暴君身边。看着睡熟了的大暴君，他松了一口气，吓死我了，这次真是千钧一发。趁着大暴君还在睡，此时不溜更待何时？公公还想难一下？沈括二话不说，穿起衣服就这么堂而皇之走出了宫殿，留下公公一脸难为情。第二天，宫里一大早就传起了谣言，千真万确。我亲眼所见，云妃娘娘是头天晚上害时进的盘龙殿，第二天寅时才出来。另外一个宫女说，我也听盘龙殿的太监说，皇上寝宫响了一晚上的动静，云妃娘娘嗓子叫出来的声音跟唱歌似的。云妃娘娘本就生得好看，皇上会生萌点也是应该的。他们还要说什么？只听背后公公一声呵斥，有空在这里嚼舌根，还不快点去干活。他们赶紧慌忙闭了嘴。只见公公的表情写着，他肯定免不了被大暴君一顿责罚。沈括留宿大暴君寝宫的事传遍了满宫，还好孙公公呵斥及时，没有将流言传到大暴君耳朵里。大暴君一路上黑着脸，难道朕就这么可怕，洪水猛兽一般让他穿起衣服就跑？公公一想，青楼很多嫖客不就是提起裤子就跑吗？天哪，不对了，那么皇上是被云妃娘娘白嫖了吗？他不打算负责到底，想着想着，公公就用怜悯的眼神看起了大暴君。大暴君直接就怒了，孙平，朕还没有跟你算昨天的账，你最好给朕收敛，要不是你自作主张安排沈括留宿盘门殿，哪有这么多事？孙公公委屈，奴才还不就是为皇上着想，男人就要先下手为强。不过大暴君还是露出了笑容，的确是拜沈括所赐他才睡了个好觉。想到这里，他的心情就更加好了。论睡觉，还是在自己宫里躺着舒服，盘龙殿太难受了，浑身跟散架一样。清代一听，瞬间有些心疼沈括，娘娘您受累了，我都明白。沈括还在状况之外，我做了什么吗？为什么要这么看着我？紧接着祺贵人就突然出现了，只见他一整个激动，你昨天跟皇上睡了？沈括一口饭喷出来，差点没噎死。你这在哪听的？谣言全都是谣言，谁在害本宫？祺贵
贵人颇感意外，你怎么比我还激动？所以你和皇上真睡了？你和皇上在同一张床上做了将将亮亮的事？沈括简直要羞死了，你能不能不要问得这么直接？还有我们没有在一张床上。齐贵人更激动了，难道说原来你和皇上不喜欢在床上，都喜欢狂野一点？沈括直呼救命，裘一双没听过狂野这词的耳朵，他向齐贵人解释，不是你想的那样，我和皇上根本没什么，只是一起在寝宫休息了一晚上而已。这不解释还好，一解释更让齐贵人误会了，随之就一副恨铁不成钢的语气。沈括呀沈括，枉我以为你长得好脸，要脑子有脑子，要身材有身材，结果你和皇上都进行到那一步，还没有把他拿下，你是不是不行了？沈括要哭了，看来是怎么解释都没用了，世界毁灭吧，我累了。如今沈括的钱已经花不完了，一点都不稀罕大暴君的赏赐了，因为哥哥江如燕得知妹妹在大暴君那里受了委屈，疯狂的开始清理家里财宝，一定要为妹妹赎身。沈老爹路过还不明所以，江如燕回答说我在准备钱赎身。沈老爹一听就急了，赎身？好你个逆子，居然敢去青楼，今天我要打断你的腿。一瞬间把江如燕失散多年的轻功都给找回来了，他疯狂的向老爹解释，不是，我是给妹妹准备的，宫里眼线回报，皇上强迫妹妹留宿，丝毫不懂怜惜，过后又把妹妹赶出寝宫。那一瞬间沈老爹的怒火更大，好你个暴君，把我闺女用完就丢。江如燕表示，所以我打算把妹妹接出皇宫，到那时她一定要给妹妹在江南盖一处比皇宫还奢华的大房子，网罗天下美男子，一天一个面首不重样，一定要让她逍遥快活一辈子，衣食无忧，做自己想做的事情。清理完财宝，两人就背着沉甸甸的两袋金子进宫了，那阵仗直接将值守的侍卫吓了一大跳。沈子然刚好值完班准备下班，爹三哥你们怎么来这里？我刚值完班，家里饭做好了吗？老爹无比愤怒，吃什么饭？我问你，你今天在宫里看见妹妹了吗？沈子然回答说她很好，刚才问安时，他叮嘱我好好吃饭。江如燕和老爹一琢磨，猜想妹妹这不像是受委屈，难不成是消息有误？他只能买通一些宫女太监做眼线，如果做得太显眼，怕皇上会认为他们家有武力气。不过他转念一想，补偿一下妹妹受的委屈，我还是有这个能力。他直接命令沈子然将这两大袋金子给妹妹送进去。这边盘龙殿里，大暴君听说云妃没领月例银子，颇感意外。云妃向来视财如命，公公表示云妃娘娘说她现在不缺钱。今天他给云妃送月例银子的时候，沈括美滋滋的表示，孙公公啊，这个月就不必了，家里给的实在太多了，宫里的孩子们也都沾了光。孙公公，你要不要也拿一些回去？我当时就给孙公公看愣了，大暴君直接就怒了，前段时间还跟朕抢铜板，现在他倒是连朕的银子都嫌弃。他砰的一声捏碎了茶碗，看不上朕的铜板是吗？来人传云妃觐见。大暴君让沈括操办国宴，难道是有意要封他做皇后吗？沈括最近太有钱，又受了土豪哥哥江如燕的影响，现在连衣服都换成了金元宝一般的金色。就这样他去觐见了大暴君，虽然大庸国没有规定女子不能穿黄色，但大暴君却咋看咋不顺眼，他命令沈括下次不准穿这个颜色的衣服来见朕。沈括才不管他呢，回了宫他不是想穿啥就穿啥，皇上找臣妾有什么事？大暴君表示过几天青桑国的藩王进京，朕要你主持宫里的宴会。青桑国？沈括有印象，那不就是因为送猫给楚离，结果导致灭国的国家吗？系统提示道，宿主青桑国结局已经被你做任务改变了，因为他在任务里安抚了小楚离，所以楚离就算不喜欢猫也不至于动辄要灭别人。沈括又露出了他那财迷小面，皇上既然要臣妾承办欢迎会，那么没钱很难帮你办事。大暴君嘴角一笑，爱妃近几日不是很有钱吗？就由爱妃想办法。沈括向来视财如命，那不是要他命吗？当时就哭了，皇上接待藩王是公务，为何要臣妾使私房钱？臣妾不接这活了。大宝君直接表示，接旨或者抗旨你自己选，抗旨等于诛九族等于没钱又没命。沈括只好选择了接旨。大宝君十分满意，辛苦爱妃了，有什么需求可以和孙平提，现在要是给他一个机会，他一定会冲上来咬我的吧，真有趣。大宝君心里乐开了花。沈括心痛，不就是区区一个宴会吗？臣妾一定给皇上办得漂漂亮亮、妥妥帖帖。那臣妾就先行告退了。公公也问出了疑问，皇上银子是云妃娘娘的命根，你何必这样气他？大暴君向来高高在上，他是万物主宰，气了又如何？朕就喜欢看他气朕又奈何不了朕的样子。沈括回到宫里一整个沮丧，宫女却喜出望外。娘娘国宴惯例是皇后主持，难道皇上是准备升明做皇后吗？想得美，这是烫手山芋不接不行吗？沈括开始了没必要的脑补。国宴规矩繁杂，旁人都在等着看我这个乡下来的妃子出丑，楚离是想看我搞砸，好有个理由惩罚我。原本执掌封印的令昭仪一定等着我出丑，趁机落井下石，到时候我八成会被重罚。想到这里，沈括鼓起了劲，等着瞧吧，我偏要把这个国宴搞出来。不过在那之前，他要先做一个祷告。他走到窗边，指天对月，等着瞧吧。信女愿意以楚离胖食精肉为祷告，希望上天尽快派人收拾他。所有人都在等着看云飞的笑话，毕竟她一个农家女，从小在山沟沟的村里长大，没见过大世面，肯定得把国宴搞砸。就连前来辅助沈括操办国宴的李也这么认为。这不，他直接来跟以前共事的令昭仪吐苦水。他先是一声无奈的叹息。云妃娘娘经常异想天开，不顾理智，老臣都不知如何是好了。沈括的意思是找个没人的宫殿，随便布置一下就行了。但礼部大人却坚持先帝就立，先帝就立一向要在紫宸殿接待藩国使臣，怎能如此敷衍？不提还好，提了先帝，沈括一下就生气了。当今坐在轮椅上的是我们陛下，尚书大人这么惦记先帝，可以去皇陵当守灵人呀。礼部尚书的位置太委屈你了。说到这里，礼部大人哭得泣不成声，完了，这次果然要完了。皇上为什么要交给云妃娘娘去办？林昭仪告诉他，云妃妹妹认祖归宗，家里宠得不免任性，这包金子就当赔礼。那老臣直接收下了金子。林昭仪更是表示，既然皇上给云妃妹妹一个历练的机会，那旁人也不便越俎代庖，真要出了岔子，云妃妹妹万千宠爱都好，我怕尚书大人您。他听懂了令昭仪的话，
一个不小心他可是要替云飞背锅的。随后他便跟皇上告了假，剩下的烂摊子交给沈括自己想办法。然而在沈括看来，想就想，礼部大人不在，沈括也不用浪费时间跟他废话。看来每个人都在盯着他怎么搞定这场国宴，连他老爹也不放心。但老爹在信里信誓旦旦要为女儿出气，礼部这老匹夫临阵脱逃，我非参他一本不可。女儿你可千万别累着，谁敢骂你你就告诉你爹，在朝堂上搞死他们。按沈潇信中的分析，皇上不喜奢华就立，要不是被文臣吵毛了才懒得办国宴。朝廷之所以着急，都是先帝那会儿一代一代传下来深入人心的旧风，而陛下要推行新风，就一定会借这次机会做文章。宫女为沈珀松了一把气，娘娘有沈大人在后面就不用怕。而沈珀表示，就算没有怕，这次宴会也不会出任何差错。说到这里，宫女冒出了冷汗。娘娘不是奴婢不相信你，实在是你每天都没怎么管过这事。您早上锻炼身体，中午数钱，下午吃鸡腿，晚上像猫一样直接就寝，而且已经一连六天都过去了。面对宫女的吐槽，她丝毫不在意。你家娘娘我确实没把这事放在心里，一切都是本宫的掌控之中，不会出一点乱子。而且沈珀会给他们都露一手，让他们瞧瞧自己的厉害。见惯了哥哥送来的各种珍稀黄金珠宝，现在的沈括根本看不上藩国进贡的区区宝石。原本沈括礼数周到的来迎接藩国，贵国远道而来，大庸国不胜欢迎。然而青桑国王子看到迎接自己的不是皇上，而是一个区区女人，他们表现出了十分的不屑。我们远道而来，这就是贵国的待客之道吗？这时的沈括脸上已经有了不爽的表情。所以本宫不就亲自来迎接了吗？那青桑国王子十分嚣张，就你别以为我不知道大庸国的规矩，先由皇子带着官员迎接一国来使，女人就应该留在后院别出来，安安分分伺候男人就行。他们挑衅在先，又不过一个附属小国，那么沈括更没有理由对他们客气。沈括冷冷一笑，大庸国现在没有皇子出使，自然要由本宫代劳。贵国这次来大庸国旅行三年一次的进贡，我国看在城邦之礼的份上，才由本宫亲自迎接。既然贵国无心前来，甚至出言不逊，那就请回吧，大庸国不欢迎你。随之沈括给他们让出一条道，那青桑国王子哪里受过这种屈辱，直接就要动武，身边的国师拦住了他，提醒王子别忘了正事，现在这皇帝不比他老，三年前我们吃过亏了，他的女人也不是善茬，他这才没有动手。每次来大庸国都是享乐一番，然后带着大笔慰问金回去，哪里受过这种娘们儿气。他命人抬上来，不就是贡银吗？都在这儿。亮闪闪的珠宝豁然呈现沈括眼前，看得他津津有味。但等他冷静下来，就发现了问题，这种三流成色的东西都拿来凑合，算了，你们那边远之地能凑齐贡银都不容易，本宫就不计较了。青桑国王子可真是难堪极了，被对到哑口无言，那么就让本宫带各位游览，尽地主之意。后面那三位恼火的心态可想而知，是要把颜面找回来。沈括把国宴设在了御花园中，官员陪同热闹不可，很有大国气度，直到晚上楚离才露面。这天的他依旧气宇轩昂，君临天下。青桑国王子对他低头行礼，我国远道而来，终于得见天子。楚离根本不把他们当回事，当下就是一个下马威，你们是怪朕来的太晚。那王子并无此意，吓得他冷汗直冒。今天和贵国云妃娘娘逛了一路，一直想求见皇上而不得，有些心急，绝无冒犯之意。楚离嗓音依旧冰冷，云妃乃朕的妃嫔，也是朕地位最高的爱妃，有她陪你们足够。大暴君君临天下，气势压倒一切，威严而又不可侵犯。当着青桑国使臣的面，大暴君和沈括演了一出琴瑟和鸣，将众人都看呆了。就在刚刚，因为青桑国使者不满沈括是一介女人，大暴君狠狠训斥了他们。怎么，青桑国是不满意我让爱妃来接待吗？大暴君那眼里的含义让人不寒而栗，吓得王子直接语塞。还是国师起身回答，怎么会，我们对贵国娘娘十分尊敬，看见她那一身黄色的衣裳，不禁想起了陛下。国师那话也只是在挑事而已，他知道大庸国只有皇帝才能穿明黄色，要是皇帝觉得帝王威严受到冒犯，那这妃子定会受罚。他们也算出了口鸟气，沈括也有点慌了，糟了，忘记换衣服。就在沈括以为自己人头不保的时候，大暴君却悄悄扶住了他的腰，并表示朕也这么认为，朕与爱妃向来如此，这突如其来的狗粮，国师只好默默坐了下来。难怪这女子嚣张，可楚离是沉迷女色的人吗？他还记得三年前第一次见到这位帝王是多么的满身戾气。楚离一声开宴，紧接着琳琅满目的菜肴就来了，立马有宫女太监鱼贯而入，端着托盘上菜。然而青桑国王者却十分不满地问，现在不应该是请舞姬上来跳舞吗？大庸国的舞姬跳舞和青桑国不一样，王子早就垂涎已久。沈括听后笑了，今天本宫特意吩咐不要提前上菜，就是想给各位尝尝本国的热乎美食。沈括先咬了一口，简直是人间美味，立即表示御膳房重重有赏。别看他吃的这么香，其实他都要哭了，因为这些都是他的钱做的呀，还选用了上好的食材，好贵的，心想自己今天怎么也不能亏。然后他就大口大口吃了起来，没一会儿，桌子上那四盘菜就被他干得空空如也。沈括露出了大满足的表情，一旁的暴君却并没有什么胃口。沈括对他说：“皇上吃菜吗？这些都是臣妾为您精心准备的。”看着那油腻的菜，大暴君丝毫感受不到沈括的诚意，坚决表示朕不吃。谁知下一秒，沈括直接将包好的虾仁盛给了他：“皇上尝一口吗？臣妾都包好了，不要浪费，浪费钱就是割我的肉。”然而大暴君竟然还是无动于衷。沈括只好说：“皇上不吃，我只好等着一会儿留给四哥吃。”大暴君往旁边瞥了一眼，那边的沈子然早就流口水。他真的羡慕的不行，妹妹给皇上包下了，妹妹的手真巧，我也好想妹妹亲手给我夹菜。大暴君看到他这样，立即醋意大增，直接夹起一口菜放进了嘴里。朕的东西怎可喂进别人嘴里？就算他不吃，也轮不到别人。在众人看来，大暴君和沈括其乐融融，琴瑟和鸣，简直好和谐好美好，没有比他们更般配的。他们仿佛也重新认识了大暴君。众人万万没想到，大暴君和云飞竟然当众秀起了恩爱。沈括给大暴君喂虾，大暴君竟那么乖乖的配合张口，这和乐融融的模样，宫女们都以为难道坐在那里的是假皇上？真的是太反常了，看得一旁的令昭一气的肝都疼了。原本要看沈括出丑，挽回陛下心意。没想到让这妮子刷了更多好感，他便提议道：“皇上这样子吃菜未免有些枯燥，不如来点助兴的节目。”不知不觉他就开始了浮想联翩。等他一舞动京城，必会赢得众人艳羡的眼光，大道君的目光也会重新回到他身上。然而
大暴君的眼神却杀意腾腾。令昭仪，你说枯燥，没想到那青桑国王子也不满地应和道，对，只吃菜确实没意思，既然要助兴乐子，不知大庸国儿郎可敢一领。令昭仪的计划全是彻底落空了。大暴君嘴角似笑非笑，大王子想怎么比？大庸国将士能征善战，我青桑国早已慕名已久，今日难得有机会要见识见识。沈括正在包下的手一下子就停住了，怎么这家伙嫌我安排的菜不好吃，想在拳脚上找回场？沈括十分不爽，但他细想就觉得不对，青桑国可不就为了吃饭来的，恐怕是想探清大庸国的国力吧。沈括十分担忧地看着楚，而大暴君却心有成算，大王子想看我大庸国虚实，不必如此大费周章，朕很理解你们现在翅膀硬，喜欢显摆的心理。这一句话就将大王子干沉默了。国师赶紧起来圆场，陛下误会了，只是简单的比武助兴而已，我们草原上的武士都有这个习惯，要是皇上不喜欢看那就算了。皇帝果然还是这样及时，一点也没放松对我们的戒备。国师心想他以退为进，皇帝反而无法拒绝比武的请求，否则一国帝王就下不了。大暴君还在闭目养神，那边沈括早已气炸了。他看他们青桑国不爽很久，不过是迟早会被处理一锅端掉的小菜鸡，在那里聒噪个什么劲？这时沈子然迈着豪迈的步伐走了上来，区区几个藩国武士，卑职一人就能与他们所有人一战。面对藩国的挑衅，沈子然英勇上阵，卑职必定不负所望，请皇上恩准。既如此，大暴君便准了。沈括表示，那臣妾这就命人准备场地，确保让大家尽兴。但他心里却十分担心哥哥，一个打三个，任凭他武功高强，这沈子然是不是太鲁莽了？至于令昭仪，大概万万没想到他提议的助兴会变成这样的。当然令昭仪的心里也不安了起来，那毕竟也是他的哥位啊。禁卫军的制式武器是刀，恐怕难以一敌三，但沈子然擅长的武器是长枪，这是沈括之前看小说知道的，尽管那段是不好的情节，他不想回忆，然而对面毕竟是三个人。沈括焦急地捂上了嘴巴，拜托了，你可千万不要大意啊。裁判喊到双方的就位，那青桑国的王子满肚子的坏心眼，一会儿把这愣头青杀了，也能狠狠戳戳皇帝的锐气。比武正式开始，沈括每个毛孔都是紧张的，加油啊。然而大暴君的脸上却一如往常般的平静。孙公公一挥鸡毛毯子，开始。沈子然很快进入战斗模式，是要赢下这场比试。他腾空而起，直接冲过去就是一记长枪，对面那人根本没有反应的时机，长枪就已经刺破了他的大腿。后面那人拿着狼牙棒竟然想要偷袭，沈子然一个凌厉的转身，他的计划便落空了。沈子然那长枪直接就是当头一棒，那人当场口吐白沫，然后沈子然飒爽英姿一冲而下，可当他的长枪飞过去，对面那武士竟纹丝不动，一旁的刘统领冒出了冷汗，虽然用快攻将体型相当的二人击倒，然而接下来他还没说完，那青桑国王子就张牙舞爪的挥舞，废物快把这兔崽子杀了，他专门没有用。汉人能听懂的语言，那武士接到命令当即杀红了眼，接招吧小崽子。沈括和一旁的令昭仪心都提到了嗓子眼，小心快躲开。然而沈子然却并没有要退下的意思，大喊他不退。那藩国武士一记重拳砸过来，众人都以为会砸在沈子然身上，只见沈子然在流星锤砸过来的瞬间找好时机腾空而起，而后又以长枪攻击，然而他的长枪在那一刻竟是断了。众人一看大事不妙，对方也一拳头砸到了沈子然的脸，因为惯性沈子然头偏向一边，脑袋也嗡嗡嗡的轰隆一声摔在地上。四哥哥沈烟吓了一跳，不是为沈子然担心，是为了自己，怕有人因为他受伤怪他。那武士眼里冒着红光，武器断了头也敲破了，现在就给我好好上路吧。那武士从空中一跃而起，本想重重用流星锤砸在他身上，然而他却是落空了。沈烟根本没眼看，当时就吓晕了过去。沈括也害怕的捂上了嘴巴。当沈子然站起来的那一刻，沈括才终于倒吸了一口凉气，大庸国从不惧强敌，也断然没有退却的道理。今天是小爷我赢了，那青桑国武士早已被沈子然踩在了脚底，众人欢呼雀跃，纷纷对他投来敬仰之情。沈侍卫好样的，沈家四公子不坠沈氏门楣，太棒了，打得太精彩了，就连很多少女也对他倾心不已。青桑国王子一看输了面子，当时就扔了酒杯，众人夸奖声就没断过。沈侍卫年轻有为啊，为国争光，只有沈括焦急的喊话快传太医。楚离听出了他声音中的慌张，然而大臣竟然还来禀报，陛下青桑国使臣团已经回驿馆。楚离却是全然不顾，愣着干什么？没听见云飞说的话吗？那大臣吓得一激灵，是微臣这就去。随后令昭仪也醒了过来，沈子然向楚离覆目，卑职信不辱君命。沈烟却突然插过来一脚，臣妾斗胆，恳请陛下重赏为国争光的沈侍卫，的确该赏。楚离直接赏了他黄金万两，但楚离又训斥道：“但是你没将自己的性命放在眼里，将来士兵又怎敢将性命交给你？”沈子然茫然不知自己做错了什么。大暴君告诉他：“为将者不要心存侥幸和匹夫之勇。”明明沈子然赢了比试为国争光，然而大臣们却不分是非，恶意嚼舌根。大暴君恼怒之下一气将他们全斩了。原本沈子然刚包扎好伤口，本是庆贺之时，那些老臣却纷纷开始吐槽，好好的一场国宴闹得不欢而散。就是啊，场面上和和气气才对，何况还是招待一国使臣的国宴，这下青桑国可就记恨了。而且他们越说越离谱，方才青桑国挑衅时，云妃娘娘就该转移话题才对。没错，怎么能顺着他们意思大动干戈呢？歌舞升平才是国宴的核心，刀兵相向有失我大国风范了。还好最后沈侍卫赢了，要是输了陛下的脸面都被丢光了。不过也难怪，娘娘不熟国礼，也难怪有失体统。他们说自己也就算了，竟然还说妹妹的不是。沈子然的火蹭的一下窜起来，闭嘴你们这群饭桶。那些老臣直接被吓得浑身发抖，刚才起脸的时候你们怎么不站出来说话？他不顾伤势起得有些猛了，下一秒他的头就剧痛难忍。沈括心疼哥哥，别和他们吵了太医馆，他们还以为沈括是个好脾气，吃些哑巴亏亏也没什么。然后那些老臣又露出了傲慢的笑，沈侍卫别以为你很了不起，以后的路还长着呢。就是少年人不知天高地厚，更表示他们维护的是老祖宗留下来的礼，那才是正统的待客之道。沈括上前说，我是不会引经据典，但我知道各位的小算盘，怕是惹恼了胡人，打起仗来自己地位不保，他们的把戏被拆穿，立即显得局促不安。市井小儿都知道被欺负了就得打回去，你们却装聋作哑，事后一抹嘴巴开始放屁。大臣们从未见过如此可怕的事，你这是出言有所负责。大暴君实在看不下去，够了。那些大臣仍旧七嘴八舌地说，皇上正如刚才所见，云妃娘娘不安离反，实乃无法当此如此重大的国宴主持。下一秒各种刀尖都对准他，
看情况是要他们的命。他们吓得直接不敢多言。大暴君冷冷地表示，朕本想拔了你们的舌头，可这样就听不见你们痛哭流涕的求饶声，将他们带下去停战五十。一瞬间那些老臣就开始哭爹喊娘了。太医提沈侍卫伤势未定，先让他到太医署静养一番。沈括想亲自照顾哥哥，大暴君却非要让他留下。沈括疑惑这楚离又想干嘛。下一秒大暴君就让孙平传礼部尚书。孙平收到礼部尚书称病告假，大暴君依旧坚持转，就算是死抬尸体也得抬到朕面前。不是吧，大暴君竟将礼部尚书的位置给了沈括，这是不是说明大暴君很看重沈括？大暴君转礼部尚书觐见，礼部尚书是一路上被侍卫压着来的，他想也知道陛下找他一定没好事，便立即求饶，陛下明察，臣这段时间都休病假，礼部其他人做的事和微臣无关了，大暴君才不和他说那么多，直接找来太医为他诊脉。太医表示礼部尚书脉象充沛，并无疾病，看得沈括咯吱咯吱笑了起来。尚书大人，本宫的差事是皇上亲自安排，关乎国体颜面，这么重要的时刻你觉得你给我装病就只为了为难本宫一个人吗？大暴君更是直接怒了，明知道有使臣要来你却给朕摆架子，怎么以为朕没你不行？那礼部尚书吓得俨然一只老鼠，瑟瑟发抖。对上沈括，大暴君又收了心绪，幸好有云飞主持，这次不知甚合朕的心意。他温柔地拉起沈括的手，那一刻的楚离是那么温柔，那种目光任谁看了不心动。随后又呵斥道：“一个附属国被你们一个个废物吹捧巴结，搞得好像大庸才需要向他们进贡一样。朕今年非但不会给他们一两，还会连本带利，让他们把拿走的东西吐出来。”随后大暴君直接吩咐把礼部尚书的乌纱帽摘了，就地行刑。刘统领见状，先是堵上了尚书大人的嘴巴，随后就拖去一边找了个没人的地方冷静。大暴君转过头目对月光，但沈括觉得这才是处理，他有属于他的骄傲，绝对不会任由旁人爬到头上示威。蛀虫一定要被清洗，只有这样朝政才有希望。随后孙公公拿来了礼部尚书的帽子，皇上这是原礼部尚书的乌纱帽。然而大暴君接过后竟然直接塞给了沈括，沈括吓得直哆嗦，皇上你给我干嘛？沈清拿都拿不稳。下一秒大暴君拿起帽子就戴到了沈括头上，朕让你拿着你就拿着。沈括想起刚才的事触目惊心，整个人都是十分抗拒的。大暴君又开始了故意吓人模式，或许爱妃你可以像上任礼部尚书一样忤逆朕试试。沈括哪还敢多言呢，帽子戴在头上倒是一动也不敢动。过了，比起被人骂臣妾祸乱朝纲，臣妾还是觉得命比较重要。臣妾只有一个问题，礼部尚书的俸禄有多少钱？臣妾为了国宴花了钱，花了巨多，一点都没有抠抠搜搜。皇上既然满意的话，就再赏点好吗？大暴君让他手拿来，沈括乖乖把手给他，还以为大暴君真的要赏赐自己，然而大暴君却赏了他一个红肿的手。沈括委屈死了，好痛啊！他直接就生气地质问楚离：“皇上让臣妾给你免费做事，挨骂就算了，你还打臣妾，还有没有天理了？”大暴君依旧是那个傲娇的暴君，分分钟强硬地表示：“礼部尚书爱妃不干也得干，干也得干。”气得沈括在一旁嗷嗷直叫，恨不能打楚离一顿。青桑国王子竟然贪图起了沈括的美色，他们意图谋反灭掉大庸国，计划先杀掉沈子然之后再伺机除掉沈括。原本沈括还在生气的路上，大暴君让他干活也就算了，还不给钱，气得沈括只想撕了他。宠妹狂魔沈子然上线：“妹妹别气了，我把我刚得的赏赐都给你。”沈括依旧生气：“你给我的跟他给的能一样吗？”沈子然尴尬的笑笑，沈括立即一脸严肃：“你别给我嬉皮笑脸，你今天犯错了知道吗？”沈子然一脸懵逼：“之前皇上也骂他犯错了，可他不是打赢了青桑国的人吗？”沈括小拳拳重重的砸在他的头上：“你自己想，没想明白就别来找我了。”还专门故意戳了一下沈子然的伤口。沈子然疼得立即哎呦一声。沈括告诉他：“你明明有更好的方法，为什么还要那么鲁莽不要命？看见你就来气，清代带我们走。”沈子然赶紧求饶给妹妹撒娇：“好妹妹别不理我，千错万错都是我的错还不行吗？”沈括直接说：“你给我好好想想错在哪。”沈子然心碎一地：“你们为什么都要生气骂我？我不是赢了吗？”另一边医馆里面，青桑国王子大发雷霆，不停地用脚踹着仆人，骂他们废物，连个侍卫都打不过。国师突然出现，说他刚收到消息，今天的那个侍卫不是一般人，他是当今那个大学士沈萧的第四子，还是云飞沈括的哥哥。听到这里，王子懵了：“那婆娘叫沈括，都不是省油的灯，对我们的大计一定有所。大庸国先帝在位几十年，已经给我们送了不少银子，如今我国兵肥马壮，是时候脱离附属国和他们再战一仗。对他们来说，庸国最棘手的就是皇帝，可楚离不能御驾亲征，而老一代的武将差不多死绝，新一代的将人才是他们的心腹大患。”随后他们合谋，先杀掉沈子然，之后再伺机除掉沈括。青桑国王子却是个脑子跟不上的楚离，认为沈括就是长得好看会讨皇帝欢心而已，没了皇帝就什么也不是。听说楚离不能人道，连个皇子都没有，可怜长这么好看的美人。然而国师却立即发怒，警告他不要动不该有的心思。青桑国王子听不进，他都不得不明白国师在怕什么，女子就应该臣服在男人身下。国师表示他观察到楚离带沈括特非常特别，此女子只能趁楚离还没反应过来之前杀掉，旁的一律都不能做。青桑国王子虽然嘴上说着好好好，但他那鬼迷心窍的死样子，像是一定要把沈括弄到手才甘休。沈括给自己整了一套好鲜好鲜的白色裙子，难道就是为了往大暴君要钱吗？这边沈子然在以相公外哭的惊天动地：“好妹妹你哄哄我，不要不见我，人家感冒了真的好难受哟，你看我病得这么严重还不看我吗？”他这一米八的壮汉俨然一个撒娇的小姑娘，连门口值守的公公都笑得肚子疼。而且最后沈子然还拿出了必杀技，表示妹妹不出来他就不吃药。沈括依然在悠闲自在的喝茶，齐贵人都开始求情：“你真忍心晾着你四哥，我看他在外面嚎了老半天了怪可怜的。”沈括表示不忍心也得忍心，否则他下次还敢。浑身是伤还觉得是男人荣耀的勋章，他心里压根不知道自己错呢。说起来沈括督头大，齐贵人也表示当时在台下观看都为他捏把汗，伤成那样赢了也是惨胜，也不知道他究竟什么时候能反应过来。沈括也为哥哥忧伤，他一直知道四哥不想靠门第出头，所以才想从军去征来武勋，只是他终究缺乏历练，科举五考就要举行，沈科希望他能参加，好好磨一下性子。按照书里的剧情，沈子然没走科举五考这条路，靠声音直接当了将军，没人敢去提点他。
才让他一步走错满盘皆输。要改变他的结局，就必须从这里开始。沈括鼓足了劲儿，没错，四哥不仅得参加武考，还得成为今年的武状元。他这突如其来的战绩，惊讶的祺贵人把茶水喷了出来。祺贵人还在懵逼，沈括究竟想做什么？清代我要换那套好仙好仙的白色裙子。只见他笑得一脸狡诈，我要去帮大宝。孙公公一看到云妃娘娘来，立马一脸笑呵呵。沈括专门悄悄打听了一下皇上在忙吗，公公二话不说直接表示欢迎，皇上在忙也会见娘娘了。娘娘这边请。沈括心想，看来楚离今天心情不错，他一定会答应自己的事。然而沈括刚一踏入这盘龙殿，就发现戾气四溢，吓得他赶紧躲在角落不敢出声。只见那大臣浑身瑟瑟发抖。皇上觉得微臣这个建议不好，容微臣回去再想想。大暴君却冷声道，不必想，废物就算想破了脑袋也想不出合朕心意的点子，滚吧。科举武考朕另有安排。沈括想出宫去看沈子然科举比武，大暴君会同意吗？原本大暴君对着大臣发了好大的一通脾气，吓得沈括都不敢走进盘龙殿了。大暴君直接就是没好气的问，你来干什么？沈括先是十分恭敬的表示，臣妾参见皇上吾皇万岁万万岁。大暴君分分钟让他说正事，臣妾想出宫去看沈子然科举比武。大暴君表示不允许，臣妾知道女子很难出宫，但是臣妾可以女扮男装啊，臣妾小心打扮一下，只能让陛下满意。大暴君听后简直要笑死，打扮打扮让朕满意。爱妃这一身白，不知道的人还以为宫里有丧事呢。朕对爱妃的品味从来不抱有任何希望。这刀子一样的话直插沈括胸口，气得他直冒火。狗男人，你还能再难伺候一点吗？上次是你说不喜欢我穿鹅黄色，今天我就换了，结果你还要骂我，你是不是存心找茬？但有事相求，他也只能尴尬陪笑脸。皇上您说的没错，您才是天底下最好看的人，除了你其他人都丑。大暴突然一脸娇羞，朕的意思是爱妃之前穿的鹅黄色朕已经看惯了，朕不喜欢太多颜色在朕面前变来变去。他这话的意思不是明摆着想和沈括穿情侣装吗？还因为害羞不好意思直白的表达出来。沈括立马表示顺从，今后臣妾一定会按照陛下的口味穿衣服，好好保护皇上的眼睛。现在皇上能答应臣妾出宫了吗？大暴君依旧不同意，气得沈括只想上去打他一顿，但他还是压住了火，各种讨好处理。皇上，臣妾帮您倒杯水。皇上，要不要臣妾帮您捏捏肩？这不动还好，一动更让大暴君烦躁。你就那么想出宫看你四哥参加比武？沈括脸色焦急，当然了，他担心当天青桑国有异动，之前比武落败，青桑国肯定不会善罢甘休，指不定盘算着如何害四哥，他必须亲自去看着才能放心。既然如此，楚离答应只给沈括一天时间，宫门落锁之前必须回来。沈括心花怒放，完成目的接着就要离开。大暴君见不得他这用完就丢的样子，直接一句慢着，朕允许你出宫的前提是你今天的表现能让朕满意。随即他指了指桌上的茶碗，这都小事，只要能出宫，沈括一定服务到位，不就是端茶递水吗？还能难倒他一个现代人不成？谁知大暴君却哗啦一声将茶碗甩下去，立即大怒道，谁让你做这些下人做的事？你看清楚，朕说的是这些奏折。那一瞬间沈括一下子就懵了，原来在古代大臣们的奏折这么难批阅的吗？满篇之乎折也晦涩难懂，生怕皇帝看出来自己写了什么。起初大暴君让云飞帮忙读奏折，并特别注明按日期分出来，写得太蠢的就不用给他看了，废物不需要浪费他的时间。但沈括觉得自己一介女子之身不得干政，大暴君让他少废话，他才不在意这些迂腐没用的东西。朕改了就是改了，让你看你就看，哪来那么多废话。这时公公给他端来一杯解火茶，在喝茶的时候，大暴君的眼神还不直觉地看着沈括。沈括今天的着装其实看起来也挺舒服的，一身纯白的衣服，沾上雪白而又自带芬芳的花朵。随后大暴君开始看起了奏折，然而满篇之乎折也没有重点。看到大暴君直接肝火旺，他正想发脾气，沈括就给他递来了一份新的奏折。在沈括的解释下，大暴君看起奏折来就简单容易多了，而且比平常提高了两倍工作效率。到了晚上才终于干完了，沈括一整个累到腰酸背痛，没想到分个日期归个类都这么忙，难怪大暴君脾气那么差，要是他天天这么辛苦。沈括也火，孙平公公表示有劳娘娘，往常皇上得独自看到深夜，晚饭已备好，请皇上娘娘一驾传膳。沈括直接拒绝，他想要回宫里多休息一会儿。大暴君却让他别着急，礼部的人被朕杀光了，科举武考你去解决。那一瞬间沈括简直懵了，她可是个女人吗？女孩子能当官吗？大暴君提醒，怎么，你当朕给你的乌纱帽是闹着玩的吗？上次那顶尚书大人的帽子，沈括还真当大暴君在跟他闹着玩。皇上，姿势体大还是从长计议较好。大暴君十分不屑，从长计议，你觉得刚才那些奏折写的怎么了？沈括脱口而出不怎么样，他不是说皇上的臣子不好的意思，是沈括实在不能理解他们硬要用晦涩难懂的表达方式。听到这里大暴君嘴角阴森一笑，蠢货们以为卖弄文笔就能蒙混朕，很好，朕很期待满朝文武知道自己不如女子时的表情。大暴君当真爱惨了云飞，突然发现这部漫画的感情线一点不突。云飞说他想出宫去看哥哥武状元比武，大暴君就提前给他准备好了两套衣服，一套尚书大人的官服，一套女子穿的鹅黄色宫装，随便沈括穿什么都好，因为他早已为女主安排好一切。为了沈括行事方便，楚离还给沈括在宫装旁边放了一块他的龙形玉佩，意思是见他如见楚离亲临。同时楚离也在告诉沈括，用男装还是女装是人都随他，所有一切他都已经安排好了，选择权在你。翻遍大庸国上千年历史，从来没有女子为官的先例，还是像沈括这样一上来就是一部尚书，楚离这是有多相信沈括呀。在这之前，沈括用行动一点一点获得了大暴君的赏识和欣赏，这也就是大暴君慢慢爱上沈括的原因吧。然后沈括便出宫了，按照规定每个进出宫门的马车都需要停下来检查，不知车中是哪位大人，请下车让小的例行公务检查。我家大人今天刚上任，这是通行签文。小厮打扮的清代地上一本册子，侍卫接过打开一开，发现此人居然姓楚，
楚乃是国姓，眼前这个人居然是皇亲国戚，他刚才居然敢质疑宗室皇亲贵胄，没想到楚离居然直接给沈括安排了国姓，还官拜二品尚书。沈括心里又是一阵触动，权力说给就给，他一点都不在意我以女子之身还是他后宫的妾室对他的江山指手画脚吗？那看门的士兵连忙给沈括道歉，原来是为尚书大人，小的不识贵人，罪该万死。年礼，本官今天刚上任，你不认识也正常。沈括又一想，难道楚离看出来他不喜欢后宫的争宠？也好，沈括真的不想只能一辈子。可沈岩待在后宫里面大眼瞪小眼，贡院门口早早就有人迎接，五考的考生线下都在这里，他的四哥应该也来了现场，只是必须隐瞒身份。沈括一瞥就注意到了人群中耀眼的沈子然，那个中二少年一脸窃喜，看来爹还没发现我偷溜出来。很好，只要拿到武状元，爹就没法阻拦我从军了。他只要幻想到自己从军的样子，就情不自禁的喜笑颜开。这时他背后传来一个浑厚有力的中年声音，傻小子你笑什么呢？我在笑，以后给我爹瞧瞧我的厉害。那男人却说，我猜你爹不会觉得你厉害，甚至想打断你的腿。沈子然听后哈哈大笑，你又不是我爹你怎么知道？然而他一回头发现真的是自己老爹，那一瞬间沈子然看到火冒三丈的老爹仿佛看到了我，一整个被吓到惊魂未定。少年一直以来的心愿就是从军报国，为自己挣一身荣耀，然而他书香世家出身的老爹却觉得这样很丢人。既如此，少年沈子然只好瞒着老爹偷偷出来报考武状元笔试，然而却还是被他的老爹发现了。他的老爹非要让人把他强行捆上车带回府里，少年一整个抱住老爹的大腿，爹我求你了，你就让我考吧，我下月就加官成人了，到时候就不符合年龄要求。老爹无奈，你这傻小子到底知不知道从军有多苦多难，你就好好待在我身边，当好你的沈家四公子，别整天想些有的没的。小子听话，爹不需要你光宗耀祖光耀门楣。他轻轻安抚着儿子的额头，爹也没什么本事，但总归可以让你舒舒服服的过一辈子，你好好安生过活不好吗？那一瞬间少年爆发了，不好我不喜欢，你为什么一定要老逼我做不喜欢的事情？我学武从军就这么让你讨厌吗？不错，你学武让我很丢人。这句话一下子就将儿子的心脏击得千疮百孔，他不敢相信老爹真的会觉得他丢人。老爹的眼里闪过一丝心疼和无奈，但他仍旧告诉儿子，你还是死了这条心吧。这一刻沈子然的眼泪再也绷不住，大颗大颗滚落。这时候尚书大人沈括终于看到了沈子然的身影，在原来的故事里，沈子然后面还是得到圣眷直接当了将军，直至在战场万箭穿心死无全尸，也从不后悔自己的决定。他披荆斩棘，最后只得了一句天妒英才，去你的天妒英才，这次只要有沈括在，沈子然只能好好的寿终正寝。下一瞬间沈括就出现在了沈老爹面前，沈大人请留步，本官是新任礼部尚书楚调，阁下手里拉着的人是不是在宫中立战清桑国使者为国争光的沈侍卫？这一下子就拉高了沈子然的地位，在场无人不知沈子然的壮举，纷纷朝偶像蜂拥而至，表明沈侍卫是大家的英雄，而且还是他们大家的目标。更有甚者表示，沈子然如果当将军，他们就当他的小兵，一下子就把干净的大男孩整得好害羞。与此同时，沈括不停煽动人民群众的心，沈大人你送令郎来参加武举，激发大家奋发时乃深明大义，此刻就算沈大人想要辩解自己并不是带沈子然来参加武考的，也没有办法再阻止。在场众人也纷纷表示，沈大人您放心，您儿子这么优秀，考上武状元一定是实至名归，更是众望所归，如果您不让他考，我们也就不考。这下沈老爹再也无法阻止，沈子然终于可以进去比武了。但他还是察觉到了什么，他小声跟爹说，楚大人好像他的妹妹沈括，其实沈大人也是这么认为，但他好端端的闺女怎么就变成男人了？他不相信女儿会扮成礼部尚书跟他对着干，他一定要去宫里打听个清楚。小暴君小小年纪就有了病娇的属性，竟然想要用笼子困住沈括，还要用绳子绑住他。刚进入任务世界的沈括还在揉眼睛，感叹自己不是在睡觉吗？为什么会突然做任务？系统忍不住吐槽，你太敬业，睡觉都想着感化大暴君。沈括一想到自己刚在暴君面前自称老娘，都能想到明天会被对方折磨死，恨不得现在就原地去世。现在的他只能苦哈哈的去找小暴君，发现他正在泥坑里面捡书。小暴君看到沈括，瞬间就控制不住的大哭起来，随后朝着他的怀里扑过去。沈括以为他又被三皇子欺负了，没想到小暴君被欺负是因为皇帝让他去学堂上学，这让三皇子嫉妒了。小暴君委屈的说自己是不是不乖了，沈括夸奖他是最勇敢的，敢为自己主动争取东西。小暴君害羞的说自己只想给漂亮姐姐买笼子，但是他现在没有钱，所以要好好上学。沈括懵了，不理解对方要买什么笼子。接着又看见小暴君拿出了绳子，想要往他的手上套绳子将他禁锢住，结果绳子透过沈括的身体掉在地上。小暴君委屈的哭起来，为什么绑不上？沈括连忙跟他解释，不是你的问题，因为我本来就碰不了这个世界里的任何一样东西。接着怕他不相信，竟然当着他的面穿过了一道墙壁，最后将小暴君抱在怀里，解释自己只有小暴君能够碰到。小暴君猜测沈括一定是从天上来的，沈括不知道该如何跟他解释，只能夸他嘴真甜。在他以为沈括保不住自己的时候，没想到小暴君竟然扯下了身上的衣服将沈括的双手绑住。沈括都震惊了，原来如此，阿离真聪明，不愧是统领一国的大暴君，这么小就会钻空子。得到表扬的小暴君想的确实要更加努力获得父皇的喜悦，这样就能给沈括买更漂亮的绳子。沈括帮小暴君将湿透的书晒干，只是有的书页被水打湿了，有些地方看不清楚。沈括一本正经的教育小暴君要学会告状，毕竟皇帝已经让你读书了，证明心里有你。但是小暴君依旧兴致缺缺，毕竟父皇喜欢的人是三皇子。沈括鼓励小暴君，只要有一点希望就不要
放弃，随后提出了一个计划，虽然危险，但是可以让他在短时间不再被欺负。小暴君瞬间激动的想要知道是什么办法，接着两个人就来到了乾清宫的门口。小暴君一切行动听指挥，奴才看到小暴君就没什么好脸色，黑着脸说皇帝现在没时间。沈括提出上前扇他一巴掌，让他知道谁是主子谁是奴才。小暴君上前拉过奴才的衣服，对方还没有反应过来，脸上就结结实实的挨了一巴掌。他满脸不可置信，你敢打我小畜生，今天我就让你知道谁是你惹不起。结果话刚说完，右脸又挨了一巴掌。小暴君学着沈括开口，大胆，奴才本宫就算不受宠，也是皇子，你一个太监一辈子也只能是太监。太监气的扑过去要揍小暴君，好在沈括反应及时抱起小暴君躲过攻击。然而小暴君被抱起来的那一瞬间，脚踢倒了花瓶，他立马大声喊起来：“快来人，有人打碎了父皇的花瓶！”奴才气得咬牙切齿，明明是你打碎的花瓶。小暴君身后的沈括朝着奴才做了一个鬼脸，贱兮兮的表示就是要你背锅。接着在奴才诧异的目光中，小暴君捡起了花瓶碎片，委屈的说：“如果能让花瓶变黄，怪我也是可以的。”太监被他弄得云里雾里，大骂小杂种说什么呢？先帝忽然出一声放肆，太监整个人懵了，随后赶紧跪在地上去拉先帝的衣服求饶。先帝没有二话，下一秒太监直接血溅当场。区区一个太监竟然将皇子当成杂种，你把朕当什么了？沈括都被吓到了，没想到这个先帝竟然随时随地杀人，甚至不管小孩子看到会不会有心理阴影。先帝随后询问小暴君是第几皇子，小暴君如实回答十八皇子。先帝脸色一变，大骂他是个煞星。今天是科举无考的殿试，沈括也换上了官服，以礼部尚书的身份与大暴君一同入殿，真是羡煞满朝文武大臣。可大暴君却向考生们提出了一个发人深思的问题：大庸国历来都从世家中选拔文官，寒门学子唯有无考才有出路，你们心里有怨，朕都明白，那朕今天就给你们一个机会，能不能抓住看你们自己。朕殿试的题目是你们为何而战，今天又为什么站在这里。沈括还真没想到楚离会问这种问题，大家的第一反应肯定都是会回答什么保家卫国立功建业这类既完美又安全的答案吧。大暴君又重申道：所有考生只有一次回答机会，想好了再说。第一位考生站了出来：皇上草民斗胆发问，您真的知道我们的怨恨吗？楚离认真表示：朕从不说假话。这位考生才大胆说出了自己的想法：他们冬练三九夏练三伏，付出的努力和辛苦有哪点比世家子弟差？唯一差的就是他们没钱，他想给自己争口气。有了第一位考生的回答，另一位考生也说出了自己的心声：穷人家买不起笔墨，但他就想证明给世家贵族出身的文官看看，他们武将也能凭本事和拳头和他们站在一起。另外的考生也异口同声道：他们也是，要是这个世道好一点，谁不想去当文官？没有危险，不用拼命，不会受伤，权力还大。另外一位考生家住边境，常年受到胡人蛮子的骚扰，就算有收成也总会被抢走，他考武举考试就是想上战场杀蛮子。然而这些优秀的回答却换不来文官们的一丝怜悯，他们当场怒斥：放屁，你们自己穷买不起书，还在这里怪朝廷，寒门学子只能拼命，谁让你们穷呢？一直以来大庸国文官科举选拔向来只对世家开放，他们骨子里就觉得寒门不配和世家名门贵族站在一起，文官亦不屑和粗野的武官为伍。大暴君却冷冷一笑：六部的决议都由朕亲自拟定，你们吵有用吗？吵了朕又会听你们的吗？那些大臣心里为之一惊：别这样看着朕，朕目前只想动武考的科举，你们要再闹，小心朕真把你们换了。沈大人和沈括当即附议：皇上英明，从废三审开始，楚离就已经着手部署礼部掌管科举，既然沈括在其位，必然也会配合谋其事。从这次武举开始，未来的文考必定也会有很多乡下穷小子登堂入室。大暴君又朝考生们看去：还有谁没有答题吗？这时沈括的四哥沈子然站了出来，他出生在名门世家，不知世间疾苦，从小向往史书中的名将英雄，觉得马革裹尸是男人本色才学武，他不懂为何家父不让他冒险冒险，也不懂为何比武获胜后妹妹不为他高兴。直到听见大家说自己参加科举武考的意义，沈子然才明白，原来武将不是打败所有人，而是一种保护的责任。至此他也终于明白，父亲不让他参加武考是为了担心他的安全，现在他的心情和他父亲一样，他最想要保护他的家人，为了所有百姓都能跟他一样幸福，他也要保护夜幕降临后的万家灯火，所以他选择拿起刀剑。臣沈子然愿为守护而投笔从戎。臣答题完毕，请皇上评卷。一旁的沈括早已被四哥这番话湿了眼眶，他的良苦用心也终于被四哥看到。在古代，女子读书写字是很难的一件事，但今天沈括要改变这种现状。由于大暴君又赏给了他三个金铜板，他现在已经是手握三个金铜板和十万两银票的女。他可要好好盘算一下这笔巨款怎么花，他要买很多很多的衣服，每天穿一件件件不重样，还要买很多很多的首饰，每天戴一套，让自己充满富婆的气息。还有他还要给自己打几个金镯子金戒指金项圈，让自己金光闪闪。他想法实在太多了，想着列张单子不容易忘记，然而他居然用不习惯古代的毛笔，写出的字就像鬼画符，上得了厅堂下得了厨房，能文能武竟然会败在笔上。沈括哭了，前世一手漂亮的硬笔书法在这里毫无用武之地，连宫女都忍不住问道：娘娘在作画吗？他还以为娘娘画的是黑煤球。沈括一整个凌乱在风中，本宫要是说本宫写的是字你信吗？宫女完全不信，他还以为娘娘在开玩笑，一点笔画结构都没有，这分明是画。沈括无奈地叹了一口气，问清代会写字吗？他不会，民间盛传女子无才便是德，而且书本价格昂贵，寻常男子都读不起，怎么会轮到他们？沈括听后立即勃然大怒，谁说女子不能读书？他今天开始就要让他们读书写字。他立刻让清代去算一下，以乡宫里有多少人，列好名单给他，明天他就买些书给他们看看。宫女觉得大可不必，他们只是身份低微的奴婢，但外界怎样沈清不管，他们在他这里办事就要识字认字，若宫里有识字的人，能请来以乡宫教他们读书，所有费用沈括来出。得知娘娘的一片好心，清代感动得哭了。读过书的人不好掌控，在古代的宫里从不会允许宫女读书写字，因为那就等于他们佩戴了刀剑。当得知云飞要教宫女读书识字，大暴君非但没有责罚他，
还给专程大方的给沈括拨了50两银子。大暴君就是大暴君，他才不担心有人杀他，他才不担心沈括会谋反。青桑国王子说他近日就会离京，临行前想最后一览皇宫风光，宴请要回国的藩王是一项的惯例，所以此事大暴君还是交给了沈括。这50两银子嘛，当然就用作经费了。区区一个乌克奈，大暴君从不放在眼里，肯花钱让他吃一顿，已经是看在贡品的份上额外开恩了。告诉沈括，随便搭个棚子让乌克奈吃完就走，上次那种就很合朕心意。他还另外找了两个识字的御林军给以相公看门，教宫女读书写字的事就交给他们。从今天开始，沈括多了两个自己人，他们兄弟俩会誓死为娘娘效命。随后公公又表示，这趟过来皇上还托老奴给娘娘带来点银子。沈括真是一整个小财迷一样，心情开心到飞起。皇上真是的，又送人又送银子，人家都不好意思了。当公公说出青桑国的王子要回国，皇上说让你用这50两银子操办送别宴，沈括的脸一下子就垮了。没有搞错吧，50两银子够吗？怎么安排菜呀？大暴君的大国风范还要不要？可恶啊，居然拿碎银打发我，他不会又要我自己贴钱吧？公公表示娘娘放心，真有问题皇上会为你挡着。那沈括可就给乌克奈准备大白菜。公公表示皇上不会介意，皇上还说上次娘娘在御花园搭的棚子很合他意。沈括露出了可怕的笑容，只要皇上不介意，那他不就可以胡来了吗？刚好他和乌克奈有仇，不下毒毒死他都算网开一面了。